第二千一百九十八章，你高兴的太早了。呵，一大早，张探便离开了小红马学员，来到了影视公司。他今天要去影视公司参加主演的试镜工作。今天来试镜的演员有十几个，这已经是第三批试镜的了。前几天已经面试了几轮，但是没中意的。参加试镜的评审有五个：制片张探和谢欧，导演陈斌和副导演任志成与王浩。前来试镜的演员有老的少的。 有成名的，也有初出茅庐的，有的是受邀前来试镜的，也有是毛遂自荐而来的。但到了这里，都会一视同仁。陈冰一见张探，便给了他一份演员资料，上面有今天试镜的所有人的简历。张探简单翻阅了一下，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他们都到了吗？张探问。一同来的王浩说，都到了，在隔壁的侯会室准备。你要去看看吗？ 王浩知道张探和其中的一些人认识，说不准在面试前想去见个面，寒暄两句。但是张探摆摆手，并不打算去。起码在试镜结束前，他不打算去寒暄什么，以免扰乱了大家的心境，让人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他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时钟，显示现在的时间是早上八点五十。今天试镜开始的时间是九点钟，还有十分钟。参与评审的五个人都到了，大家聚在一起闲聊。 王浩来的最早，早就把准备工作安排好了，并且为面试的几个人泡了两壶茶。之所以是两壶，是因为他知道陈斌不喝红茶，只喝绿茶，而冬天喝红茶比较好，所以特地泡了两壶，供大家选择。此刻，五个评审每人身前的桌上都放了一个保温杯，杯子拧开放在了一旁，杯口升起袅袅水汽。张探坐回到评审桌前，陈斌对王浩说：“差不多了，开始吧。” 王浩，你去请试镜的人进来。好，王浩起身外出，其他几人立刻坐好。张探居中，左手边是陈斌，右手边是谢欧，任志成坐在陈斌的边上，王浩坐在谢欧的边缘。会议室的门被推开，王浩先进来，在他身后跟住一个青年，身材挺拔，相貌英俊。张探记得这位好像是叫刘明明，是一位新生代演员，刚透过电视剧而爆红。 他敢报名参加骇客任务的主演选拔，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可以看出他很有自信。一般这种小鲜肉有颜值，但是大部分没有演技，脸部僵硬，展现悲伤、迷茫、愤怒等情绪时没有爆发力。张探坐下的身姿微微挺起，上午的试镜就此正式开始了。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多，这场试镜才全部结束。结束后，张探等人依然没有离开。 留在会议室里讨论上午的事情，有谁留下了深刻印象？有谁可以确定留下？有谁还需要再讨论？至于那些没留下什么印象的，不言而喻，便是淘汰了。张探的话语权最重，所以他不会先说，一定是先听大家说完自己的看法后，他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王浩主动说了几个名字，接着任志成也说了几个印象深刻的演员，谢欧同样。轮到陈冰了，他说。 姚泉和万坤，我认为可以留下。他们其实非常适合出演主角。姚泉和万坤这两个人，在刚刚王浩、任志成和谢欧的名单中也有出现，确实很出彩。这两人是老戏骨，华语演员中生代的佼佼者。说起来，姚泉和万坤不是陌生人，与张探是有过合作的。姚泉参与过电影《潜伏》，主演；万坤曾参与电影《风声》，演出的也是主角。 这两人演技精湛，能挑起大梁。张探心中的人选也是这两个。既然大家观点一致，那就把这两人留下来。接下来，他们继续从剩余的人员中挑选，看有没有可以饰演其他角色的好演员。自从昨天开始，接下来的两天，一到傍晚时分，小红马学员里就会响起《西湖的水》的歌声。这次张探刚从外面回来，还没进学员，走到门口。 刚好看到榴莲拖住一栋卡拉 OK 机出现在院子里，这家伙手拿麦克风在院子里四处转悠，还没开始唱，正在询问大家有喜欢听的歌曲没，可以点歌哦。张探一出现，他也就出现在了脚边，询问张老板想听什么。张探随口说想听青藏高原，你会唱吗？刘刘笃定道会唱，唱给你听。他这么肯定，让张探反而愣住了，停下脚步。 不确定的问他：“你会唱《青藏高原》？会呀，我会呀，我什么都会。那你唱一句给我听听。”“唱就唱。”“咦，嘟嘟，嘟嘟，你快来帮我推机子呀！”刘流跑去找嘟嘟来工作了。张探以为他很快就会和小姐妹一同回来，但是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他人。他终于知道是被这家伙放了鸽子。他到教室里一看，看到刘流混在娃娃堆中，正在听程程讲故事。 眼里哪还有他这个张老板？这家伙张探不和小孩一般计较，回家去了。他不放心，特地上网搜了一下，没发现有青藏高原这首歌，看来是被刘刘摆了一道。那家伙没听过的歌也敢斩钉截铁的说自己会唱，就没有他不会唱的。张探心里给刘刘记下了这一笔，总有机会找回场子的。一，我家老汉回来脸，小白从书房里冒出头来。 见到张探回家了，溜达出来问道：“你吃饭了吗？”“我吃了回来的，好吃吗？”“一般般，没有奶奶做的好吃。”“嚯嚯嚯，我们今天吃了南瓜饭，好吃呀！”“你是在做作业吗？”“要开学了，我要努力学习。”“你这么说，我真心高兴。”“你高兴的太早了。”“啊，嚯嚯嚯，逗你玩的脸。”这时候，书房里传来一道声音：“小白，我快写完了。” 我能去玩吗？刚笑呵呵的小白顿时一僵，心虚的跑去了书房。张探跟过去，小白已经手捧寒假作业本，献宝似的献给张老汉看看，让他先高兴高兴。张探的目光先落在寒假作业本上，接着落在了喜儿身上。喜儿也在呀、啊、，Hi 呀，Here！喜娃娃只笑不说话。小白的寒假作业终于全部写完了，拿给张老汉检查后，屁颠屁颠跑去给奶奶看。 走的时候不忘让喜娃娃先去楼下玩，不要跟住他去。没多久，小白就捧着作业本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哈哈笑。进了家门后，见到张老汉在客厅，先插腰笑一会儿。张探无语，老汉，给你保管好，我要去玩玩了。小白把寒假作业本交给张探，跑下楼玩去了。张探翻看他的作业本，翻到最后几页，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小白的字迹。他拿着寒假作业本。 溜达去江老师那里，要去请教请教、核对核对、确认确认。等会儿我把他叫来，教育教育他。这孩子，江老师在被张探请教后有点不高兴，刚刚差点被小白蒙混过关了。找枪手代笔这种行为必须好好批评纠正，那个枪手也要受教育。张探补充说。江老师说：“是的，等一下把喜儿也叫来啊，是喜儿写的吗？” 这字迹应该是喜儿，真不应该啊！张探把小白的寒假作业本留在了江老师那里，自己回到家里，却见家门口站住黄姨。黄姨笑道：“我看你房门没关，里面又没人，就猜到你去了江老师那里。”说了会话，黄姨快请进来。张探把黄姨请进家，给他倒一杯水。不用倒了，我就说个事，很快就好。黄姨说：“黄姨，你说。”黄姨说。 两个是，一是过完年后这阵子突然多了好多家长来询问入园的事情，学员里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个小孩子了，我们收留不了太多小孩了，所以只能婉拒一些家长。张探其实也发现了一些端倪，因为白天晚上偶会他会遇到一些前来咨询的家长，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以前我们学员的小孩数量基本上是稳定的吧？黄姨说，可能是小红马学员的名声传播出去了吧，口碑发酵。 来的人就多了，张探欣慰的同时说：“是我们人手不够吗？”黄姨说：“一方面是人手不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教室也不够。如果是人手不够的话，张探大不了再招老师就是了。但是教室不够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教室只有一楼可以用，没办法扩建。”黄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主动说道：“现阶段我们是没办法的，人力有时穷，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就行了。” 我们也不能包办所有，顾及到所有有需要的人张。张探点头，没有说话。黄姨见状，便说起了第二件事。小柳老师昨天跟我说了一下她的事情，她家宝宝三岁了，今年开始上幼儿园之前呢，是她爸妈来浦江帮他们照顾。但是过年的时候，他爸身体不好，回了老家就一直没有过来。他妈要留在老家照顾，所以也没有过来。现在小柳老师和她老公两个人既要上班。 又要照顾小宝宝，有些忙不过来。张探一惊，他要辞职吗？小柳老师是小红马最早来的老师，自从小红马学员开办之日起，他就在了。以前小红马学员还没改为深夜学员，还是标准的幼儿园，那时候小柳老师就是小红马的老师。后来改为了深夜学员，上班时间由白天变成了晚上，他也依然留了下来，一直干到现在。如果他要离职，张探是真不舍得。 小柳老师个性温和，有耐心，工作尽责，深得他们的认可，受到小朋友的热爱。黄姨说：“那倒不是，小柳老师没有提离职，要在浦江这地方立足，可真不容易。尤其是小柳老师这样的，刚有小宝宝，开销很大，她没办法做全职奶妈。”张探知道小柳老师的老公是个公司职员，比较普通，一个人恐怕无法承担起整个家庭的开销。 所以小柳老师不可能辞职的，他要么跳槽，要么继续留下来工作。而要跳槽的话，不一定比小红马学员的待遇更好。小红马学员的老师们待遇是很好的了，不比那些高档幼儿园差，甚至还要高出一些来。张探问，那你的意思是？黄姨说，小柳老师的老公晚上常常要加班，七八点下班是常态，而他六点要到小红马上班。 这中间的时间段，小孩子没人照顾，所以他想问他晚上能不能把小宝宝也带来小红马学员，他可以办入园手续，正常交费。张探笑道：“带来吧，至于交费就不用了。”黄姨道：“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等会儿就跟他说。”好，对了，还有个事想和你商量商量。黄姨，你说，小柳老师这么多年兢兢业业，工作能力也很强，其他的老师也很认可他。 所以我想，能不能提拔小柳老师当个副园长，也参与到管理学员的工作上来？我毕竟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干几年。张探笑道：“黄姨，你干了这么多年，小红马就是你的孩子，是你一手带大的，可不能没有你。再说了，你身体好，精力好，年纪也不大，小红马需要你继续保驾护航，你可不能不管了啊！至于小柳老师提拔为副园长的事情，我完全赞同。”张探和黄姨聊了会儿。 才把他送出门。晚上快十点时，张探到楼下散步溜达，遇到小柳老师在院子里。小柳老师特别向他表达了感谢。张探还遇到了刚好来接刘刘回家的朱小静，和朱小静聊了会儿天，目送他把刘刘带走。回家的路上，朱小静问刘莲：“你的寒假作业做了多少了？”刘刘瞄了瞄朱妈妈，信心满满的说：“做了好多了，做了好多是多少？还有多少没有做？” 只有几页了呢？几页？七八页？嗯，真的，十几页？到底多少页？十几页？没骗我，骗你我就不是人。还有几天就开学了，你的寒假作业是不是要加快点速度？好的，刘刘满口答应，旋即越想越气。天呀，我从放假的第一天就开始写作业，写到要开学了还没写完，我也太苦了。猪妈妈，我能不能不读书了？ 我去拍戏，我跟住张老板混合。朱小金没好气的说：“你之前一天写一题，你写一年也写不完啊！你不读书，那我就没你这个女儿。哼，你要向小白学习，人家小白的寒假作业今天全部写完了，你的还有这么多。”刘刘惊讶：“小白写完了，写完了，我怎么不知道呀？是刚刚张老板告诉我的，张老板还问你的写完了没，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 第二千二百章谁家的孩子。回家的路上，刚刚还是兴高采烈，转眼刘刘就不高兴了。这就像走夜路看到漫天星光和夜空中飞舞的萤火虫，心境浪漫极了，蹦蹦跳跳跳着歌，忽然一头栽进了路边的水田里，那心情真是糟透了。刘刘不是小傻瓜，相反，人家聪明著呢，机灵的很。他看出来了，张老板不是好人，跟小白一样是屁儿黑，竟然坑他。 朱小静还没察觉到刘刘的情绪变化，依然在说话。对了，张老板要我问你，他要拍一部电影了，问你想不想来演戏？朱小静问刘刘，流流想也不想，不演。这斩钉截铁的语气让朱小静一愣。你刚刚不是说不想读书，只想跟住张老板演戏吗？那是刚刚的刘刘说的，我是现在的刘刘，我们又不是同一个人。朱小静心说，你们要不是同一个人，那我是见鬼了。 但张老板是认真问的：“你真不想演他的戏吗？”不演。大燕燕继续低头走路，脚步匆匆，看起来已经不认识什么张老板了，根本不想搭理这个什么张老板。莫影响小朋友走路回家。朱小静继续做最后的努力，问道：“你以前不是说要支持张老板吗？”刘刘不支持了。朱小静看出来了，刘刘是在生张老板的气。虽然他不知道因为什么生气，但反正就是生气了。 哄不好的那种，他决定先把这事放一放，也不用立即回张老板说刘刘没兴趣，说不定睡一觉刘刘就改变了主意呢。回到家里，鉴于寒假没两天了，而刘刘的寒假作业还有一些，于是朱小静给刘刘制定了做作业计划，力争用这两天的时间把寒假作业做完，同时安排好时间，劳逸结合，以免刘刘反抗。第二天一大早，朱小静起床的同时把刘莲也叫醒了。 刘刘那个气啊，他还在睡梦中呢，被强行开机，起床气爆发，坐在床上生了阵闷气。起床了，不能再睡懒觉了，后天就开学，到时候你这个点要起床吃饭，准备上学去。现在要开始习惯起床，跟妈妈去做早餐。刘刘咦了一声，一头倒下。同事说：“我做梦梦见猪妈妈在说话呢，真好笑。”继续睡。朱小静把他拉起来：“你不是在做梦，我就是在叫你起床。” 榴莲想要继续睡，但是朱小静不让她睡，两个人僵持了好一会儿。榴莲下阵来，痛苦的起床穿衣服、刷牙洗脸去了。刷牙的时候，榴莲打瞌睡，差点一头栽进盥洗池，这把他吓得一激灵，顿时睡意全无。匆匆刷牙洗脸，刘刘溜,溜达到厨房，跟在朱小静脚边，倒要看看朱妈妈做什么好吃的。这是什么？刘刘指着朱小静正在做的一种面粉类东西。 是丸子，肉丸子吗？没有肉，没有肉，没有，那有什么？就只是丸子，单纯的丸子。你还看过不单纯的丸子？刘刘顿时没了兴趣，但他还是留在朱小静脚边打转转，倒要看看朱妈妈还准备了什么好吃的给他。朱妈妈，说吧，猪宝宝，我还是帮张老板拍戏吧。你告诉他，大燕燕还是愿意帮他的，他太可怜了。 我们是好朋友，我要讲义气，对不对？怎么突然想通了？今天的我是全新的刘刘，那我就告诉张老板，你愿意拍戏，对不对？说吧，都是帮忙呀。那他是不是要感谢你？哈哈，都是好朋友，说什么感谢呀？那你去洗手，准备吃早餐了。我刚刚洗了，我看到你抠鼻子了。关于小柳老师提拔为副园长的事情，很快就由园长黄姨宣布了。 小红马学员里老师不多，就几个，加上一个老李便没了，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里很单纯。对于小柳老师升任了副园长，大家都很支持，为他送上祝福。小柳老师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会继续努力，身先士卒，保障小红马学员健康运作。大家鼓掌。除了小老师和老李外，参加今天这个简短仪式的还有小白总和他的喜秘书。 小白总和喜秘书基本上就是负责鼓掌和捧场，同时作为老板方代表来镇场子的。当然，如果有闹场子不服气的，那就更好了，那时候就是他小白总出马上的时候。可是今晚的大家都很给面子，没有想要跳江出来的刺头。除了那只鹦鹉在嘎嘎乱叫，其他一切都很和谐美好。简短的仪式结束了，大家散去。小白和喜儿跟住小柳老师转悠了一阵。 本想看看当了副园长后，小柳老师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经历，结果发现和以前一样，莫得意思，于是就走了。两人来到院子里，本想踢球的，但是洗秘书不准，因为前爹嘱咐过他俩，晚上不要踢球，会出汗，身上脏脏的，又要洗澡，其实就是前爹嫌麻烦。于是洗秘书牢牢记住了前爹的嘱咐，小白想偷偷踢两脚，也被他阻止，就一直在耳边唠叨，把小白烦的没了半点兴致。 两人在小树林里溜达，现在是初春，天气还很寒冷，小树林里静悄悄的，没有小虫子的叫声，显得冷冷清清。当两人再次溜达时，突然见到院子里多了一个小朋友，一个没见过的、不认识的小朋友，小小一只，坐在李白白的身边，小脚丫子掉在小凳子上，小身子窝在小凳子上，显得更小只了，坐的笔直的，眼睛到处乱瞄，脚丫子在乱晃。 喜儿一个猛子扎了过去，盯着人家看，未语先笑。小朋友善奇的也盯住他，脸上没有表情，只有单纯的好奇。李白白，你的孩子吗？小白跑来问。这话让老李连连摆手，吃不消啊！他这么大的年纪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小的孩子？是小柳老师的孩子，老李说。哈，小白和喜儿都一愣，接着惊喜不已，盯着眼前的小朋友看个不停。 第二千二百零一章，小王，哈,哈哈哈！你叫什么名字？小白蹲在小柳老师的宝宝面前，轻声问他叫什么名字。庞福语气重一点就会吓跑了小朋友，说话大声一点，吹口气就会把小朋友吹跑了。这个小柳老师的宝宝端坐在小凳子上，脚丫子晃啊晃，但就是不说话，就是面无表情，只是睁着一双大大的纯净的眼睛盯着他们看，一点不怯。别人看他。 他也就看别人，看谁瞪得久，看谁瞪得大。对小白的问话，小宝宝一声不吭，只是拿眼睛看住他。Hi，I h e here 喜儿觉得肯定是小白不亲切，让小宝宝不喜欢，所以还是他来吧。他是所有小朋友的小姐姐，小朋友都喜欢和他玩。但是小宝宝对他的问话也是无动于衷。他是不是还不会说话？喜儿小声问小白，严重怀疑这个小宝宝不会说话。 但是小白觉得他会，因为小宝宝应该要两岁到三岁了。小柳老师说，小宝宝好像是三岁了，看起来像两岁呀，是三岁到。交头接耳的小白和喜儿唰的一下盯着端坐在小凳子上的小宝宝，刚刚是他说的话，声音轻轻细细，奶萌奶萌的。你叫什么名字？哈哈，小白忍不住笑出声来，像是狼外婆。端坐在小凳子上的小朋友又不说话了。 只是拿清澈的眼睛盯着他们看。庞福在说：“看你们表演了。”喜娃娃风一样突然跑了，很快又跑了来，手里拿着一颗蜜饯，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的。小白盯着他，他假装没看到，递给小宝宝吃。小宝宝看看他，再看看蜜饯，伸手拿了，再次用轻轻细细、奶萌奶萌的声音说：“谢了。”这语气倒是很像个大人，只是说话的却是个小萌娃。 奶萌奶萌的，说话的时候还很严肃认真的样子，反差极大，让小白和喜儿都愣住了。他说啥子？小白问。喜儿说：“他说谢了。”小白大笑，笑死老子了。喜儿也跟住，还、啊、也笑。因为这颗蜜饯，喜儿可以和小萌娃搭上几句话了，而小白说话却不被搭理，这把小白急的。忽然他想到什么，风一样也跑了，很快就又来了，怀里多了一只小橘猫。 果然，小宝宝看到小奶猫子，顿时眼睛一亮，盯着不放，想摸一摸吗？小白拿小橘猫诱惑，小宝宝点点头，小白便把小橘猫递过去，小朋友的小手伸过去，摸了下，毛茸茸的，立即缩了回去，开心的咯咯笑。你叫啥子名字？小白趁机问。小宝宝看在小橘猫的面子上，终于回答他了。玄玄。这时候。 小柳老师从教室里出来了，小宝宝眼尖，终于语气有些变化了，用欢快的语调喊了声“妈妈”。喜儿回头看到小柳老师，嗨呀、啊、嘿笑着问小宝宝叫什么名字。小柳老师告诉他和小白，小宝宝的小名叫玄玄，大名叫王又玄。这时候天色渐渐暗了，路灯亮了起来，小红马学园里开始陆续有小朋友到来。小柳老师要忙工作了。 便把王右玄小朋友交给小白和喜儿带着玩，如果小白和喜儿有事，那就让他坐在牢里边自个儿玩。但是小白和喜儿怎么会舍得丢下他自己去玩呢？他们可稀罕这个小不点了，说话像小大人，样子却萌萌的。王右玄这个名字挺可爱的，小名玄玄也很萌。但是刘刘来了之后，一口一个小王，而且逢人就给介绍说这是小王。很快。 小红马学员里的小朋友都知道，这个小宝宝叫小王，是小柳老师的宝宝。当小柳老师发现这个绰号时，想要制止，但是已经太晚了。小王这个绰号已经传开了，刘刘更是一口一个叫的飞起。小柳老师要找他谈话，他却一溜烟不知道躲哪里去了。晚上，小柳老师的老公来接他们母女俩，她老公抱住熟睡的小王王又选小朋友，小柳老师给他讲述今晚的事情。 对小宝宝突然多了这么一个绰号感到哭笑不得。王幼玄小朋友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今晚他在小红马玩得很开心，认识了很多小姐姐，现在睡得更安稳。张探踱步在走廊里晃悠，假装经过江老师的房门口，房门没关，他目光往里一瞥，瞥见两个小朋友靠墙站住，正在面壁思过。因为是背对着门口，所以张探不担心自己被发现，但是他不能说话。 不然听声音就知道是他来了。他一晃而过，很快便溜达回去了。这是江老师在教育小白或喜儿，谁让他们一个找枪手写作业，一个甘愿当枪手。被抓了后，这次被江老师家叫过去教育批评，并且要面壁思过一个小时。张探见两个小朋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便放心了。回到家里，拎起公文包，下了楼，汇合了在院子里等候他的辛小光和李小小。 三人上了一辆停在小红马外头的车，车上，辛小光快速的为张探介绍与大唐幻夜杂志社谈判的情况。张探听完后说：“辛苦你们了，没想到能这么快就谈成。”小光成长了，和小小搭配干活不累。辛小光谄笑，都是老板给机会培养的好理想。接话说，不然就算是个人才，也只能蒙尘当成木头。辛小光点头，是这么说的。 辛晓光和李小小牵头与杂志社谈判收购事宜，如今已经达到了张探当初设定的目标，所以这次他们两个请张探出马，就是为了最后一锤定音，把事情最终敲定下来。张探和杂志社的老总吴勇见了面，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谈判谈了几天，大家的底线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基本上都摸清，所以见面不废话，直入主题，很快达成了最终条件。 两人握手，有随通人员拍照。两人面对镜头都露出了笑容，一个意气风发，一个心满意足。张探得到了想要的杂志社，把漫画这条产业链彻底打通，形成了一个围绕漫画的小型生态圈，今后天地广阔，大有可为。而吴勇得到了想要的一大笔钱，足够后半辈子当一个富家翁了，再也不用操心杂志社的未来发展。第二千二百零二章小花花钓鱼执法。P.S. 今天两章合一了，看了睡觉吧。张探搞定杂志社后，漫画这条产业链基本上就打通了。他和吴勇等人一起用餐，完了后才回到小红马。小白和喜儿已经面壁思过结束，正在院子里踢球，嗯，应该是溜球。这两个小家伙远远看到他出现，立刻停下了奔跑的脚步，也不大呼小叫了，而是慢慢的踢着足球，这踢的是养生球。 当张探猜不到他们之前是在满园子飞奔似的，老李低头品茶，变化太突然，他不参与其中，哪一方都不是他能得罪的。张探是老板，他的饭碗；小白和喜儿是毛孩子，他要是敢出卖，以后不得安生。老汉，你回来了。小白看似惊喜的说：“你们吃饭了吗？”张探问。小白吃了，你猜我们吃了啥子？不等张探回答。 喜儿就已经还阿黑笑着说：“是鸡蛋饼奶奶做的。”小白两人跟住张探上楼，回到家里，一直巴拉巴拉找他聊天。傍晚时分，小红马学员渐渐热闹起来了。王佑璇小朋友又来了，淑女文静的坐在昨天的老地方，小手叠在身前，脚丫子踢啊踢，晃晃悠悠的，大眼睛四处瞄，好奇的打量周围的一切。小橘猫主动靠近他，趴在他的脚边。 正注视着头顶的鸟笼，小白和喜儿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想要带这个小朋友去玩。但是王幼玄小朋友无动于衷，只是乖乖的坐着。他妈妈一定很省心，这个小宝宝太乖了，安安静静，不吵不闹。小柳老师在教室里忙碌，偶尔才抽空出来看一看小宝宝。见他端坐在小凳子上，便就回去了，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而王幼玄小朋友似乎有魔法。 总能预感到他妈妈出现的那一瞬间，不管他当时在做什么、想什么，他都会第一时间看向妈妈出现的地方，然后欢快的挥手，奶声奶气的喊一声“妈妈”。这一声“妈妈”仿佛有无穷的动力，不管小柳老师当时有多累，都能瞬间动力满满。王佑玄小朋友始终坐着不动，小白陪着待了一会儿，便待不住了。他是好动的性格，一直安静的陪坐，他可做不到，他跑了，自己玩去了。 喜娃娃没跟住去，而是也搬来了一根小凳子，坐在王右玄小朋友的身边，和这个小朋友聊天。说是聊天，其实比较像是喜娃娃说话，小王听。王右玄小朋友瞪大清澈的眼睛，昂着小脑袋盯着喜儿小姐姐看，似乎很好奇这个小姐姐怎么有说不完的话。六六六六，小王呀，你今天也来了！一声小王，便知道是谁来了。刘刘，老李被这一句小王喊的侧目。 看看刘刘，再看看王右选小朋友，叫人家小朋友小王太过违和。王右选小朋友一脸懵圈的看向喊话的人，然后见到昨晚的那个小姐姐出现在了他面前。刘刘看住他哈哈大笑，看起来要吃了人家似的。王右选小朋友奇怪的看住他，只觉得眼前这个小姐姐奇奇怪怪的，搞不懂。小王，你吃了吗？刘莲问。王右选小朋友只是看住他，不说话。 脸上没一点表情，小傲娇的模样萌萌的。一旁的喜儿说：“他不叫小王，他叫玄玄，小王又叫玄玄。”刘刘，喜儿、小白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榴莲的身边，悠悠的问了一句：“榴莲，你的寒假作业写完了吗？”榴莲瞬间愣住，这大高兴的时候，怎么给他整这么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话题呢？他不说话，沉着脸。小白立即就知道他没写完，于是。 小白继续悠悠的说：“你要我们帮你写吗？”话语中充满了诱惑。刘刘精神一振，想也不想，狂点头。他今晚特地背了书包来，书包里没别的，就是作业本。那你快来，跟我来。小白招手，带刘刘摸回家。喜儿见状，想了想，还是没跟住去，因为他太诚实了，做不出陷害刘刘的事情。过了会儿，小米、成成也来了。 都在陪着王佑玄小朋友聊天。突然，喜儿只听楼上传来一声、啊、的惨叫，小米和程程也听到了，唰的一下看向楼上，但是什么也看不见。是刘刘吗？小米问。喜儿点点头。他怎么了？小米问，神情警惕。如果是刘刘了难，他要去帮忙。程程也好奇不已。喜儿说，他和小白在一起。大家一听，立刻该干嘛干嘛。 这时候又传来一声“溜溜”的喊声：“小花花，我不会放过你的呀！”大家唰的一下再次看向三楼的位置，然后该干嘛该干嘛，因为这里要看也看不到什么。喜儿不放心，起身上楼去。前爹家门关着，走廊那头的江奶奶家开着门，有灯光照在走廊里。喜儿溜达过去，站在门口往里一看，就见榴莲靠墙立正，正在接受批判教育。小白坐在沙发上看无声动画片。 悠哉悠哉的，喜儿探头，悄悄的溜达进屋，坐在小白身边，却没看卡通，而是关注着榴莲、IP。I P，江老师正在教育榴莲。白天刚惩罚了小白和喜儿找枪手写作业，晚上榴莲就撞上枪口，必须明正典刑，从严处置。刘莲垂头丧气，气都气饱了，饶他机智如狐，也还是住了小花花的道。这个小花花不当人，钓鱼执法，把他给陷害了。 江老师批评家教育了一阵，便放他去写作业了。后天就要开学了，刘莲的寒假作业还没写完。既然来都来了，走也走不掉了。刘流,流便留在这里写作业，只是刚写一会儿，就开始愁眉苦脸，题目不会做。江老师走动了，不在家里。喜儿注意到刘流,流的状态，立即自告奋勇过去提供支持。不管会不会，单就在写作业的自信这一块，喜儿是出类拔萃的。 当江老师回来时，只见三个小朋友凑在一起，正在交头接耳。仔细听，才发现他们是在讨论题目怎么做。刘刘虽然被小花花陷害了，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小花花的帮助，听他讲解题目。有的题目三人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喜娃娃就去喊帮手，结果把嘟嘟喊来了。刘刘当即不高兴了，说：“胖嘟嘟来有什么用？”鸭子嘟嘟不高兴了，指责胖刘刘。 气呼呼的要走，刘刘赶紧拉住小姊妹，嬉皮笑脸挽回了这段岌岌可危的友谊。友情归友情，刘刘还是让喜娃娃快去喊个厉害的人来，例如小米或程程，最好是程程，写作业累还能听成讲个故事压压惊,惊呢。结果喜娃娃喊来的是小米，严重怀疑这娃娃是故意和大艳艳作对。有小米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压阵，就没有不会做的题目。这一晚。 榴莲了，在好闺蜜们的支持下，一鼓作气把寒假作业全部写完了，了却了一块心病。她瘫坐在了沙发上，深呼吸。小白跑去给她找了一瓶小熊饮料，亲自给她插上吸管，喂到嘴边。喜儿为她捏肩捶背，小米则是在帮她检查前面的题目。结果一看吓一跳，好多题目做的不对。榴莲一听，双手抱头大喊：“我不，我不要鸭子！” 小白想到什么，离开了一会儿，很快回来了，手里同样拿着一本寒假作业本，正在检查自己的题目呢。他招手喊来喜儿：“磊个你是怎么做的？”喜娃娃凑去小脑袋，盯着小白纸的一道题目，眼珠子开始乱转。小白一直觉得不对劲，后面一想才想到哪里不对劲。刚刚他们几人凑一起都不会做的题目，昨天喜娃娃却是一口气给他写完了，所以喜娃娃是在玩他喽。 见喜娃娃不说话，沉默了。小白怒了，我都不晓得啷个说你，你这个喜娃娃！他请来喜娃娃给他写作业，为此被奶奶抓了现行，挨了批。结果回头才知道，找来的枪手是个假货，气死了！哈哈哈！六六六六，压喜娃娃。见小花花生气，流连大笑。大燕燕肚子里能撑船，但有机会多少要报复一下，好让自己心情更加畅快一些。小白盯住他说。 你想住啥子里？刘刘呢？刘莲继续摊着，不住啥子呀，我就笑笑呀，我是个爱笑的小女生呀。喜儿插一句，你是大女生了。刘刘哈哈大笑，我是大艳艳。小米说，小白，刘刘，你们都不要灰心，现在还有时间，现在才九点半呢，离凌晨还有两个半小时，你们可以加把劲，把寒假作业本全部检查一遍，觉得做的不对劲的就改，不会改的。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小白照应。啷个脸？你想让我们写作业到凌晨？刘刘惨兮兮的说：“我的天呀，我是为了写作业而生的吗？”他们觉得小米真狠啊，用那么温柔的语气说出这么无情的话。既然要他们写作业到凌晨，嘟嘟说：“你们没写完作业，那就要一直写，写完了才能睡觉，这是学习的道理。”小白、榴莲，好家伙，胖嘟嘟。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嘟嘟说写完了，然后竖起三根手指头，什么意思？刘刘问。我检查三次，嘟嘟说。刘刘，小白本来也想挑战一下嘟嘟的，结果听了这话，决定什么都不说了，假装没听到。环顾四周，个个都是大佬啊，就他和刘刘是拖油瓶。没来的那个孟成成小朋友更是学霸中的战斗机，越级写作业犹如家常便饭。所以说。 小白和刘刘互相不对付是有道理逻辑的，底层人员内卷严重，互相伤害。社会上就是这样的。小朋友这么认真写作业，江老师欣慰又心痛，给他们炖了莲子百合银耳雪梨汤。晚上九点半，刘刘写完了寒假作业之后，又花了一个小时，小白和刘刘检查作业本，把那些明显做错的题目全部重新做了一遍。完了后，已经是晚上快十一点了。朱小静、孙东东、谭景儿。 丁佳敏立刻进屋，领人回家。很快屋里人就散了，跟散小猪似的。小白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看住一秒钟前还热闹闹闹的家，转眼就剩他一个小朋友了，脑子里还在发懵。他老汉也像刚才的妈妈们一样，进来领人走。你要睡觉了。小红马漫画工作室收购了杂志社后，开始整合业务。大唐幻夜杂志社有一栋十层楼高的办公大楼。 大楼的所有权就是杂志社，如今自然归小红马漫画工作室了。张探和辛小光、吴世莹等人商量后，决定今后小红马漫画工作室的总部就在那栋大楼，而小红马学员这里将要全部迁走。随着小红马漫画工作室日益做大，小红马学员已经渐渐容不下了。其实办公室早就有些拥挤了。辛小光曾经或张探提过这方面的问题。 张探甚至想过把漫画工作室也搬迁到奔腾大厦。如今有了自己的漫画大楼，原小红马漫画工作室的人员全数迁过去，便顺理成章。除了办公室要搬迁，人员也要整顿整合。原先的大唐幻夜杂志社有两百多号人，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漫画从业者。张探并没打算要精简人员，而是从一开始便稳定军心，告诉大家原先公司是怎么运转的。 现在还是怎么运作，但仍有人趁机离开。张探不希望有人离开，但如果要离开，他也不会强留。还好离开的人很少，背地里大家对被小红马漫画收购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明眼人都知道小红马漫画已经俨然成为华夏漫画的 n o 一了。杂志社的几名高层管理也提出了离职，张探象征性的挽留了一下，便放他们走了。他们要是不走，张探还真不大好下手，走了更好。 他可以名正言顺把原小红马漫画的人安插到管理层。大唐幻夜杂志社这个名字没有了，小红马漫画工作室也没有了，以后只有一个，就是小红马漫画公司。漫画杂志倒是依然叫大唐幻夜。真有点舍不得这里啊，辛小光说。工作人员在小红马漫画工作室进进出出，几辆大车开进了小红马学员，正在搬运办公用品。吴世颖默默的点点头，有些感慨。 当初他们跟随张探单干时，只有几个人，场所也是临时找的这个地方。但这几年下来，见证了工作室的日渐壮大。回想当初的创业经历，心中倍感珍惜，竟觉得是那么的甜蜜。小红马漫画工作室收购大唐幻夜杂志社，在外界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虽然大唐幻夜杂志社发行量很大，深受年轻人的喜欢，但就好比每天吃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不可或缺。 但谁会关心这背后的商家是哪家呢？有得吃就行了。同理，对年轻人们而言，漫画有得看就行了。大唐幻夜杂志可没有公告说停刊不办了，杂志照办，人们的精神世界依旧灿烂，没有受到半点影响，只是在业界引起了海啸一般的狂澜。大唐幻夜杂志社不是小公司，在业界属于前几的漫画大拿，如今竟然一声不吭，毫无征兆的被收购了。 大家还在懵逼状况，转头一看，收购的企业是小红马漫画工作室。好家伙，不是新来的野蛮人，而是同样的行业巨鳄。只不过这头巨鳄一般潜伏在水下，极少冒出头来。如今一出现，就吞并了他曾经的雇主。业内人知道，这行业怕是要变天洗牌了。在大家的关注中，小红马漫画工作室整体搬迁到了漫画大楼，正式入驻这里，成为了这里的主人。 辛晓光、吴世英等人对此最有感触。以前他们每次来这里都是来办事的，甚至有一段时间是抱着求人办事的心态。如今他们成了这里的主人。漫画工作室一搬走，原先的小红马学员二号楼就空了出来。而且李雨潇看到漫画工作室搬走后，便主动提出他的音乐工作室也搬走吧，搬到奔腾大楼和音乐公司在一起。以前有漫画工作室在。 他常来这里，便不那么显眼。如今人家都搬走了，他再留在这里的话，就显得太过特殊。张探对此自然没有意见，所以紧接住，李雨潇的音乐房也搬迁了。这样一来，整栋二号楼就空了。小白，小白，喜儿来了，进了学员就到处喊。小白从腾空的二号楼钻出来，在这里住啥子？你看，我给你做了团子吃，还热的呢。喜儿跑去。 双手送上自己亲手做的团子，团子一出现，喜娃娃一定就是有事。他是极由团子给小白道歉的，因为他给小白做的寒假作业错了很多，害得小白昨天晚上做题做到十一点。喜娃娃回家越想越觉得抱歉，于是就拉着姐姐做了团子，赶紧趁热送来，同时送上自己的心意。小孩子之间哪有隔夜仇呢？昨天的事情只留在了昨天，今天没带来。 小白开心的收下了喜娃娃的这份心意，两人坐在台阶上，你一颗我一颗，就地吃了起来。突然，两人看到院子里坐着的李白白，李白白在看住他们。喜儿说：“李白白一定是想吃了，我们送两个给他。”小白也说：“他是不是没吃饭，饿住肚子？真可怜。”喜儿怜悯心泛滥，两人小声嘀咕，但这小声却让远处的老李都听到了，甚至连鹦鹉也听到了。鹦鹉居高临下。 够义地盯着老李，为这个饿肚子的老人家感到难过。我吃了饭，老李不得不主动出声，为自己解释一下，他可不是在偷看这两小只吃团子而馋的不行，因为在小白或喜儿的联想中，他已经快要家破人亡，流落街头，饥寒交迫了。喜儿闻言，立即进一步压低声音对小白说：“李伯伯说他不饿。”小白用我很懂的语气说：“他肯定是骗人的，他是老人家，不好意思吃小孩子的东西。” 喜儿觉得有道理，我们去送给他吃。小白点头说：“我们送给他，他一定会说‘我吃过了，不吃了，谢谢你们’。但他不是真的不吃，而是客气客气。”喜儿客气客气。小白不好意思塞，要抢塞给他。喜儿问：“要喂他吗？”小白于是两人起身来到老李身前，给他送上团子。老李婉拒：“我吃过了，不吃了，谢谢你们。” 喜儿一惊，看向小白。李白白说的话和小白刚才说的一模一样，所以那么也就是李白白是想吃的。给你，喜儿毫不犹豫放下两颗热乎的团子就跑了。老李在身后大声说：“我真不吃啊！”跑远了的喜儿问小白：“是不是给少了？”你看李白白喊的这么大声。小白说：“你做的团子大家都喜欢吃，吃两个不够，吃两十个才够。”喜儿苦恼道。 我没有那么多，小白，所以呀、啊，就不要管吃不吃的饱了，肯定吃不饱的，意思意思就行了。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喜儿疑惑的问。小白给他解释说，就是。咦，喜娃娃，你说以后这栋楼用来住啥子好咧？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规划问题，是喜娃娃的强项，他立即忘了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注意力集中在了小红马二号楼应该怎么规划上来。聊到这个话题。 喜娃娃就有话要说了，小白听得连连点头，嗯嗯，要的，这是你的强项塞，嗯嗯，要的，嗯嗯，嗯。虽然小白表现的兴致缺缺，但是喜儿依然热情似火，巴拉巴拉给他讲述自己心目中的规划蓝图。可惜小白完全 get 不到他的点，理解不到这份规划的鬼斧神工，只有嘟嘟能和他产生共鸣。傍晚时分，两人像是两块磁铁。 一出现在，小红马就站在了二号楼前，指点江山，规划建设。嘟嘟说要留一个房间专门放小朋友们的布娃娃。喜儿说要给小米建一个跳芭蕾舞的房间，要给嘟嘟建一个玩滑板的地方，要有射箭的地方，要给干爹弄个更大的书房，要给李白白弄个更大的看新闻的房间。两人规划的很细致，一楼用来做什么，分几个房间；二楼用来做什么，要不要拆掉张老板的书房？ 拆了后用来干什么？三楼又要怎么规划？真理越变越明，规划越变越清晰。两人拿着这份清晰的规划，打算去找张老板商量商量怎么落实到位。路上遇到了小当家的小白总，于是先给小白总讲讲。小白总听得一脸懵圈，全程嗯嗯个不停，最后听完了，犹如听了个寂寞。两人问小白觉得怎么样？小白想了想，只问得出一句：要多少钱塞钱？ 这个在规划中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考虑？那不是张老板应该考虑的问题吗？和小朋友有什么关系呢？小白总刚刚被他们说的一通，犹如掉进云里雾里，竟然听不懂，有点掉面子。此刻终于找回了主动权，于是理直气壮的说，要多少钱都不晓得，那规划啥子嘛，重新规划。哼，说着背着手踱着八字步走了。 第二千二百零四章开学前的最后一晚狂欢。梁小只目送小白备住小手施释然离开，相互对视一眼，交头接耳，迪迪咕咕一阵，决定舍弃小白，带着规划方案直接越级去找张老板。两人经过教室时，看到刘莲正在鬼鬼祟祟做些什么。若是平常，一定要跟过去看看刘刘想做什么坏事，但是今晚有更重要的正经事呢。三楼的房门没有关，直接就是敞开的。 为了方便小朋友随时可以找，有什么上访的事啊，告状的事啊，都可以找来。沿路是开放的。两人在门口换了小鞋子，溜达到客厅，没有人，书房有灯，张老板在书房。两人找了过去，告知来意，并且郑重地把方案交给了张探。张探诧异，但还是尽量庄重地接在了手里，翻开来看了看，是一张图纸，用画笔画的，笔头稚嫩。 但是有模有样，有鼻子有眼，已经出具大规划师的基础了。张探赞叹这份规划图的珍贵，感谢他们的用心，表示如果要装潢改造的话，一定会好好研究。这番客套话把喜儿和嘟嘟高兴的眉开眼笑，屁颠屁颠。两人热情的告知张老板，有不清楚的可以随时来问他们，他们不收钱。张探再次向他们表示了感谢，然后把图纸放在了一堆文件下方。 喜儿盯着被压在底下的心血图纸，想了又想，忍不住从中抽出了图纸，小心翼翼的放在了一堆文件的最上方，然后盯着前爹龇牙笑。张探笑道：“呵呵，放这里，我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看。”嘟嘟再三盯他：“你不要不懂装懂哦，你不懂就问，我们懂呀。”张探吐口气：“我不懂，一定问你们。你们放心吧。对了，明天就开学了，你们做好了准备吗？” 两人同时点头，对明天开学十分的期待。张探这才想起来，这俩是小学霸，不是小白和榴莲的。想到这里，张探心想有必要和小白谈谈心，不知道这小家伙会不会对明天开学产生心理抗拒，要给他做思想工作。至于刘流，算了吧，做不通的。这时候，窗外传来隐隐约约的歌声，嘟嘟靠窗近，立即贴过去，踮起小脚往外看。 看了两眼，回头对喜儿说：“是榴莲在唱歌，我们去看看。”喜儿立刻跑出了书房，嘟嘟也跟住跑了。跑到门口时，不忘回头朝张探挥挥小手，说一声拜拜。两人跑到阳台上，趴在围栏前往外看，只见院子里，刘刘吐住一动卡拉 OK 机，正在忘情的歌唱。挂在树枝上的鹦鹉扇动住翅膀，在笼子里焦躁不安。真的是刘刘，我们去看看。”喜儿说道。 带着嘟嘟一溜烟跑下了楼，院子里此刻热闹住呢。刘刘唱歌，竟然还有小朋友围观。这群傻孩子，因为很多是新来的小朋友，还不知道榴莲的响亮的名头，只以为这个小姐姐十分的热情，唱歌还挺有意思，挺有趣的，于是就来围观了。甚至有的傻小孩跟住拍巴掌，有的个性外向的蹦蹦了起来。这热情的回应让榴莲更加尽心尽力，高音竟然也能撒上去了。 喜儿和嘟嘟想到刚刚榴莲鬼祟祟在房间里找东西，看来是在找被小老师们藏起来的移动卡拉 OK 机。你给你个机会，给我推机子。刘刘指了指一个跟住拍巴巴掌的小朋友，给他特别的荣誉，可以帮忙推卡拉 OK 机。这个小朋友被翻了牌子，高兴的不得了，中了奖似的，立即跑过去帮忙推动卡拉 OK 机。今晚嘟嘟没有理刘刘，刘刘就抓差。 这临时被抓来的小朋友还挺好用的，唱了一首又一首，终于有小朋友受不了了，让刘莲不要唱了。但是刘刘假装没听到，依然沉浸在自己那美妙的歌声中，连书房里的张探都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赏月听歌遐想。老天是公平的，给了刘流出众的演技，便让他的歌声只有普通人水准。明天就要开学了，开学前的最后一晚，刘刘极尽最后的狂欢，大声歌唱，一曲接一曲。 绵绵无期，终于有一个小朋友忍无可忍，大胆的站了出来，拦在刘刘面前，大声说：“你唱的一点也不好听。”刘刘定睛一看，哦豁，是老对手来了，他丫的小李子，哈哈哈哈！刘刘大笑，不回答，这不把人放在眼里的态度，让小李子更怒了。你不要唱了，六六六，刘刘打 call，该怎么唱继续怎么唱。小李子炸毛了。 我可去你的吧！刘刘见状，不仅不生气，反而变本加厉，不仅唱，而且跳，唱跳结合，打算走歌后和舞王的路线。场地中央，他扭着屁屁儿，喜儿捂脸，只觉得刘刘好害臊。嘟嘟则是瞪大了眼睛，小李子同样目瞪口呆。忽然，人群外冲来两道人影，一人抓一只手，把刘莲抓走了。是小米和小白。现如今，小红马学员里。 能制住刘刘的只有小白和小米了，当然成成也可以，但是成成一般不会管这些，都是俗事。学员里终于安静了，刘刘被压到了成成那里，让他听成成讲故事，这样他才不会继续闹。小王，小王快来听故事，不要傻乎乎的坐在那里，你这孩子呀，你要活泼一点，你怎么像个小木偶娃娃？刘刘看到远处的王佑旋小朋友，去把人家牵过来。 王佑玄小朋友对小王这个绰号只是觉得好奇，并没有觉得不妥。他还是太小了，不懂这人心险恶。小王这绰号怎么能给他这么个小可爱呢？这一晚，好几个小朋友不愿意睡觉，以为只要不睡觉，这时间就不会流逝，这个夜晚就可以一直持续，天就不会亮，明天就不用早起，不用上学，不用做作业，不用被老师监督做这个那个。晚上，刘刘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小红马。 回到了家里，他很快察觉到了家里的气氛不对，猪妈妈和猪爸爸好像吵架了，两人虎住脸都不说话。刘刘瞄准瞄准这个，看看那个，也不问怎么回事，直接一溜烟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把房门关上，但是没有完全关上，而是留了一条缝，然后自己趴在门缝前偷听外面。果然，看到他走了，猪爸爸和猪妈妈才说起了事情。我真是第一次抽。 是老刘塞我的，工作压力有点大，没忍住就在社区里抽了半根。沈立明说他只抽了半根烟，但还是被朱小静闻出来了。朱小静闻言想了想，便没说什么了，只是叮嘱沈立明说：“以后不要抽烟了，对身体不好，对刘刘也不好。压力大可以找其他的方式排遣，跟我讲也好啊，我们一起面对，不要自己一个人扛着。”沈立明感动上前，门后面的刘刘立刻双手捂住脸蛋。 小孩子看了眼睛会瞎，只要一想明天就要上学，榴莲就无心睡眠，翻来覆去睡不住。钱翠起了床，先是在房间里暴走，感觉到猪妈妈和猪爸爸都睡觉去了，于是就溜达到客厅里瞎转悠，在厨房溜达，打开冰箱找一找。第二天，大艳艳起不来床，几乎是被朱小静拎起来的，一边哄一边训。沈立明在客厅收拾东西，残羹冷炙都是昨晚大半夜大艳艳吃的。 光小熊饮料就有两瓶，沈立明一开始还以为遭贼了呢，直到看到有果壳掉地板上，一路延伸到刘刘的房间，并在刘刘的床边找到了更多的果壳，这才确信是昨晚大燕燕夜袭电冰箱。看来以后电冰箱要上锁才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冰箱。沈立明一抬头，看到行尸走肉一般的大燕燕，顶住一双黑眼圈，差点笑出声来。他假装没看见，继续做自己的活。 而大艳艳这时候已经被朱小静拎到垃圾桶前，要她认一认这些是不是自己昨晚吃的。大艳艳还在迷糊中，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那就是承认了。朱小静又把大艳艳训了一顿。大艳艳一早上竟挨训了，一脸的懵圈。好不容易洗漱过后，吃了早餐，赶紧去学校。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同时也要开家长会。朱小静单位有事不能去参加。 改让沈立明陪刘刘去。学校门口人群热闹，车辆在路边停了好长一排，有交警负责指挥交通。沈立明开车转了两圈，才找到一个空位，把车停了进去，带着刘刘赶紧下车，要迟到了。小学门口有竟然有迎宾的学生，看起来应该是大年纪的，有男有女，站成两排，对出入校的同学们礼貌的打招呼。当刘刘时，对方笑着微微弯腰对他说：“欢迎你。” 同学，新学期很高兴见到你。刘流盯住人家看了看，一边往里走一边说：“你高兴的太早了吧？”对方一脸懵圈，目送刘流走远了，没想到怎么回应这句话。站他身边的一个女生说：“这个好像是二年级的沈流流，一个演员。”沈流流，对，拍过很多电影电视剧啊，我想起来了。沈立明跟在刘流身边，告诉刘莲不能像刚刚那样跟人说话。 要有礼貌。刘刘，忽然一声熟悉的喊声传来，循声看去，小花花，你也来了呀！刘刘欢乐的招呼，喊完他就后悔了，怎么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果然，迎面走来的小白脸色黑了，唬住一张脸。刘刘心说，你唬住吓谁呢？哼，我是不会怕你的。小白，欢迎你，我的好同学。道，新学期很高兴见到你。刘刘赶紧说。 小白没好气的说：“昨晚我们才见面。”刘刘故意大笑：“好朋友就要天天见呀、啊！”是我们的喜儿呀，也很高兴见到你。喜儿还呀、啊、嘿笑，是被刘刘逗笑的。虽然刘刘刚才的话说的很假，但是谁让喜儿的笑话很低呢？张探和谭景儿也在和沈立明聊着天。现在上课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班主任还没到，据说都在年级组长那里开会。 所以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子在外面转悠，三三两两聊着天。三个小孩子聚在一起，越聊越远，不知不觉就走没影了。一乐个是啥子东西？小白在操场上捡到一个小东西，看起来是个炸弹。溜溜凑上去，抓住这炸弹就往地上丢，扑哧一下，炸弹在草皮上弹了两下，躺平了。这是塑胶做的，一个寒假没有打理。 操场上的草长得喜人，有的地方可以没过脚面。小白三人凑在一起嘀嘀咕咕，旋即达成统一意见。小白捡起炸弹，刘刘打头，洗娃娃根后，三人往行政楼走去。镜子上了三楼，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正在办公室打电话，见到三个小朋友敲门进来，愣了下，然后就看到小白怀里抱住的一个航空炸弹。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爱搞卢蛾子的刘刘打开书包。 从中摸出了一包华子，放在校长的办公桌上，笑嘻嘻的说：“校长大叔，给你的见面礼。”校长完全处在懵逼状态，直到耳边的电话里传来呼喊他的声音，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打发掉，挂了电话，看住办公桌上的华子和航空炸弹，郁闷的问：“你们这是做什么？”可以理解为华子是收买他，航空炸弹是威胁他吗？又想要他干什么呀？ 送给你抽的刘刘指了指自己带来的华子说：“校长哭笑不得，谢谢，我不抽烟的，你这哪里来的？”他发现这包华子还是开了封的。大艳艳这送礼不走心啊，专门给你买的呀。你现在不抽没关系，你可以先收着，等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想抽的。刘刘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直接把校长说的无语了。这套话是昨晚他从猪妈妈那里学的，猪妈妈说叫沈立明，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他昨晚深更半夜在客厅溜达，把茶几上沈立明上交的华子也收走了，放在了书包里。今天带来给校长抽抽。校长感谢了刘刘的好意，看向那吓人的航空炸弹，问道：“这又是钱吗？”送来这东西的是白春花小朋友，比刘刘更难缠的。小白说：“刚才在操场上我们捡到的。”喜儿凑过来说：“是个炸弹，好危险。”小白说：“万一炸了，小朋友会受伤。” 喜儿接着说：“所以送到校长你们这里来了。”小白说：“你看住办。”校长又是一阵无语，心说：“你们这是在说相声呢？你一句我一句的，炸弹在操场上很危险，在我这里就不危险了。小朋友会受伤，我就能在炸弹下存活吗？”这塑胶的，刘刘插一句话，拿起航空炸弹往地上掷去，想象中的轰隆隆没有发生，而是 “biu biu” 两声反弹后躺平在地上。 当张探等人找到小白三人时，这三个家伙正被校长亲自送出行政大楼。再见，校长大叔，你今天要在讲台上讲话塞，你加油哦！会的，我会加油的。你不要害怕，我们会给你拍巴巴掌的。谢谢你，谭喜儿小朋友，以后常联系呀。好的，好的，常联系。谢谢你们今天送来的礼物，炸弹我收下了，华子你们拿走。你不给我面子，压校长大叔。 刘刘不高兴了，站住不走了。小白送的炸弹，校长收下了，他送的华子却被退还了，这让他如何在小花花面前抬起头来？这要是传出去了，他还怎么统领二年级一班？第二千二百零六章自成生态。校长看到张探和他聊了几句，便匆匆走了。等会儿有新生大会，他要上台发言，现在要去做准备。刘刘，你的烟是从哪里来的？校长一走。 沈立明便问刘刘，他当然知道烟是从哪里来的，这包烟一看就是他昨晚抽的那包。刘刘被抓现行，却一点不慌，把这包华子从口袋里掏出来，大大方方的递给沈立明，说道：“猪爸爸，你收着，压力大的时候你抽一抽，我不会告诉猪妈妈的。”沈立明无语，听这意思，自己是不是还得感谢他？感谢他是贴心小棉情。张探也不禁为刘刘的极致赞叹。 他本以为刘刘要挨批，结果几句话下来，完美规避了自己的问题。甚至如果沈立明不感动一下，不喊一句贴心小棉袄，那就是没良心的。不管沈立明愿意不愿意，这烟肯定是要收下的，不能让刘莲拿住。他正要伸手接走，忽然刘刘把烟拿走了，转而问张探：“张老板，你压力大不大？给你，你抽一抽。”张探哭笑不得，婉拒道：“谢谢，我不抽烟的。”刘刘不勉强。 又把烟还给了沈立明，叮嘱他好好收着，压力大就抽一根。沈立明感觉自己已经跟不上这孩子的脑回路了，在情绪智商方面快要赶上他了。大家回到教室去，谭景儿带着喜儿去了一年级，在那里遇到了嘟嘟和嘟嘟的妈妈孙冬冬，以及成成和成成的爸爸孟广兴。二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吴梅还没来，家长们聚在一起聊天，小朋友们聚在另一边聊天。小米和丁佳明也在。 许多人认识张探，毕竟是班上的名人，话题很快就自动围绕着他来展开。没多久，班主任吴梅来了，开学第一次的家长会正式开始了。完了后，大家全部走出教室，在吴梅的带领下到操场上集合，站在班级指定的区域。开学典礼要开始了，家长们不需要参加，可以回去，但大部分家长都选择了留下来，站在小孩子们的阵型后方，聚在一起观看。 张探等人都选择了留下来，也遇到了丁佳敏和孟广兴。小朋友们开始了新的学期，对小红马漫画公司来说，也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旅程。短短的这几天，辛晓光十分忙碌。这种忙碌不仅是工作上的，还有人情世故上的。不断有人透过各种途径找上他，目的无非一个，就是和他搭上关系。有的能推脱的，他便推脱了；有的没有好办法的，便先应付着。尤其是原杂志社的一些人。 常常直接来他办公室找人，名其名曰报告工作。辛小光作为小红马漫画公司的二号人物，成为了许多人巴结的对象。这几天每天下班后，他都有饭局。有一次，小袁老师找到他聊天，委婉的提醒他要保持清醒，不要做了错事。刘小元有点担心辛小光被糖衣炮弹腐蚀，导致做错事。以前在小红马漫画工作室，他们十分低调，藏在幕后，不像现在。 等于是站在了台前，业内人都在关注、嫉妒的、怨恨的、看戏的、拍马屁的，形形色色的人粉墨登场，对辛晓光他们是一大考验。辛晓光安慰刘小媛，放宽心，他心里清楚的很，事情拎得清。他现在和这些人只是应付，没有承诺过任何一件事，也没收别人任何一件礼物。好在他没有收别人东西，不然麻烦更大。在接收原先杂志社的业务后。 张探开始对两家公司进行整合，要整合，那势必有些人来到新岗位，也就意味着有些人要调岗，甚至降薪降职，所以自然会有人心生不满，甚至怨恨。这天，张探的邮箱里收到了几封举报信，举报的对象就是辛小光，内容无外乎是收礼和挪用公款等等。张探看到这些时吃了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没有证据，不能听信几句话而已。 收礼这件事，他不打算细查。他这里不是公家，收没收礼，他管那么多干嘛？对方的举报信里又没列出送礼的明细、时间、地点、礼物都没写，就凭几句话，张探不会相信的。至于挪用公款，就更好查了。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是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只需要让对方去查一查，很快就会有结果。假的，举报邮件里讲的几件事都没有歧视。张探听到这消息。 松了口气，他和辛小光同事多年，是同事，更是朋友。他可不希望辛小光在这里栽倒。他来到公司，把辛小光叫来，关上门和他聊了许久。被人诬陷举报这件事，把辛小光气得不轻。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情，从前从没遇到过。晚上，他把这事和小袁老师一说，小袁老师一阵后怕。昨天才叮嘱小光要把事情拎清楚，不要做错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这都是诬陷，老板告诉我，主要是给我提个醒。”辛小光说道。虽是这么说，刘小媛还是叮嘱道：“小光，大是大非上你一定要把好关，立场坚定，思想上一定要拧紧开关，不要松懈，哪怕是一点点思想上的松懈，那也很危险。开关松了，早晚要出事的。”张老板跟你说这些事，说明是看中你，不想你误入歧途。你是他的亲信，别的什么能力先不说，首先站位一定要清晰。 立场一定要坚定，不能让他产生你可能摇摆的想法。公司发展刚刚进入新阶段，正是你们大展拳脚的时候。你要是在这个时候掉队了，不说别的，光是你的报复、你的理想怎么办？一通话让辛晓光更加认清了，不由得对刘小媛万分感谢。家有贤妻，夫无横事。张探也趁机把公司的人事调整到位，该撸的撸掉，该调整的调整，全部就位后，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原先。 杂志社有线上漫画基地，张探也有类似的漫画网站，直接关联小红马奔腾 APP。现如今，这两家漫画网站要进行合并，取长补短。原先的杂志社漫画基地最为张探所看重的，便是其海量的漫画资源，只是之前一直没有流量导入，导致不温不火。现在张探把这些海量漫画全部导入到小红马漫画网站后，网站资源立即充实起来，再借助奔腾 APP 的流量。 如虎添翼。同时，张探和大家商量后，决定把网站打造成为开放式的漫画基地，对全社会开放，所有人都可以在网站上连载自己的漫画，读者付费收看，网站再与作者分成。这样，网站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经营模式共存：一种是公司自制的漫画，走的是精英模式；另一种是网友自制的漫画，走的是类似古代科举制度，需要从海量的原创漫画中脱颖而出。 保持网站原创活力。小红马漫画公司不再只是一家漫画原创公司，同时还是一个漫画平台，自成生态。第二千二百零七章铁憨憨。全新的小红马漫画网站很快就上线了，并且在封面隆重推出了最新准备发行的中末的女武神漫画。酷炫的封面图片很快就吸引了许多漫画爱好者的注意，并且网站推出了人物角色图解锁功能，只要点赞数达到一定数量。 就可以解锁人物角色，第一个角色要按赞十万才能解锁，出乎漫画公司的预料。这功能刚上线一个小时，按赞数就超过了。第一个角色图片解锁，赫然是浴血奋战的战神吕布。大帅，你要把吕布的手办交出来！大帅，你这个骗子，你已经拿了一个多礼拜了，快还给我们！我们去找大帅的老爸告状吧。在市委大院里，刘长江等人正在集体讨伐焦大帅。 这个家伙把吕布的手办拿去了一个多礼拜，至今没有归还。今天他们看到了小红马漫画网站公布的周末的女武神的漫画封面，兴奋于这部漫画终于要发行了，而且第一个解锁的角色便是吕布，顿时一个个打了鸡血似的，要把那座酷炫的手办拿到手，发朋友圈炫耀炫耀。但是焦大帅始终不肯交出来，找小白，找小白告状去！小王气愤道。 他现在是小白的骑士，有事找小白就对了。再找喜儿告状，告诉喜儿焦大帅是个什么样的人。刘长江更狠，直接戳中焦大帅的心窝。果然，这让焦大帅怕了，连忙求饶。兄弟们啊，不是我不给你们啊，是我也有难处。你们要是不相信，就跟我回家看看吧。你们谁要是想拿去，就拿去吧，我绝对不拦着。焦大帅带着一脸不幸的兄弟们回家。 只见那座吕布手办端坐在案前，前有小香炉，香炉里有香在升起。众人倒吸一口气。焦大帅说：“你们拿去吧。”刘长江等人对视一眼，没人敢下手。小王放话说：“大帅你好狠，为了独吞吕布，竟然想出了这样的法子。你这样做对得起我们吗？”梅芳芳附和：“就是就是，你简直不是人啊你！我要告诉喜儿你是这样的人。”刘长江同样指责焦大帅。 然后让大赵、小赵去搬手办。大赵、小赵对视一眼，心说我们看起来那么不聪明吗？毫不犹豫的摇头。小王去刘长江唆使小王。小王看了看大赵、小赵，心说这俩铁憨憨都把知道不去。我看起来有他们憨吗？刘长江见自己这个盟主的话不管用，有些生气，虎住脸让梅芳芳去。梅芳芳，就我好欺负是不？梅芳芳一动也不动，也不想去。 刘长江诱惑他说：“你去搬走吕布，这个礼拜就归你，而且嬴政也归你，你看怎么样？”小赵大叫：“不对啊，长江，嬴政这个礼拜是归我的。”刘长江没好气的说：“那你去搬吕布。”小赵摇头：“我不去，但这和嬴政没关系啊，嬴政这个礼拜归我保管。”刘长江怒道：“归你个锤子！你和大赵是一家人，上个礼拜你们已经保管了一周，这个礼拜应该给别人。” 小赵委屈的说：“你怎么跟小白一样喜欢骂人锤子？”刘长江，那我骂你铲铲可以吗？旋即他不理会小赵了，继续怂恿梅芳芳：“芳芳，你去，这个礼拜两个手办就都归你了。”梅芳芳一动，小王在一旁配画外音：“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的心。”刘长江继续加码：“下个月的武林盟主选举，我支持你。”梅芳芳心中大动，眼看天色不早了。 光天化日之下，应该不会被雷劈吧？但如果天黑了的话，阴气重，阳气弱，说不定会有妖邪袭击，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小王继续配化外音，我要那众生都明白我的意。于是，只见梅芳芳咬牙上前，抱着香案上的吕布手办就往外跑。焦大帅人都傻了，梅芳芳这个铁憨憨真的上啊！小王大声说到高潮部分，我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然后立刻跟住梅芳芳跑了，其他人见状也一窝蜂跟住往外跑去。刚跑到院子里，刚好迎面走来一位老太太。那老太太平时眼神不好，但是今天格外的锐利，一眼就看到了被梅芳芳抱在怀里的手办，不由气急：谁抢我的官老爷？老太太腿脚不便，眼睁睁的看住这群少年把他的官老爷给抢走了，气得不轻。焦大帅怕奶奶气坏了身体，就留了下来安慰。 结果被奶奶抓住一顿批评，因为这事晚上惊动了好几家人，包括中二少年团的几家人。先是梅芳芳的爸爸来到焦大帅家道歉澄清，人还没走，刘长江的爸爸就带着刘长江来道歉了。接着是大赵、小赵家的大人，然后是小王的副市长爸爸也来了。这些平时见不到几次的人物，此刻竟然聚在了一起，谈话间时不时把目光看向客厅中央的茶几上的吕布手办。 围绕着这个手办的事情，大家陆续全部知道了。比如这是小白送给他们的礼物，而小白是大院里老张家的小侄孙女，是曾经那个小张的女儿。焦家老太太把吕布当成关老爷供奉的事情挺好笑的，但是没人敢笑。至于心里怎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事情说清了，焦老太太反倒哈哈大笑，嘱咐小孩子们把手办回去玩吧。众人这才散去。同时，在小红马学园。 张探正在打电话，电话那头是浦江电影制片厂的，对方看中了还没发行的漫画《中末的女武神》，想要先买下，将来制作成动画，但对方注定要失望了，因为张探婉拒了，理由是已经有了意向合作，既然先答应了人家，那段没有出尔反尔的，只能说对方来晚了。浦江电影制片厂的杨森林挂了电话后一声叹气，没想到会有人比他动作更快。其实。 就算他在提早一天打电话给张探，张探也会拿出这个相同的理由，因为他已经在接触一家小型的动画制作公司，合资合作就以周末的女武神为契机。张探要入股这家公司，但短时间内做不到控股，只是参股。他的动漫产业链就差动画制作这一关键环节了，只要把这一环节补上，便自成生态体系。入股这家动画公司后。 张探会继续和浦江电影制片厂以及其他的动画制作公司合作。今天李小小告诉他，对方公司对合资合作很有意向，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入股多少的问题。第二千二百零八章祝贺乔迁之喜。这家意向合作的动画公司名叫天机时代，是一家老牌的动画制作公司，实力自然是远不如浦江电影制片厂。张探看中他的原因是本身有一定实力，其次是私企。 他倒是很想参股浦江电影制片厂，但是奈何这是一家国营企业，私人要参股那太难了。即便是制片厂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推动股改，到时候如果没有特别情况，他这个外人是不可能掺一脚的。私企就好办多了，而且天机时代目前处于非常微妙的时刻，这家动画公司正在筹备上市，过程有些漫长和复杂，其中的原因外人不知晓。 但是如果小红马漫画公司能够参股，那对他上市绝对是重大力多，所以这也是双方合作快速前进的重要因素。张探站在阳台上，正想着事情，忽然底下传来声音：“老汉，下来耍不？”张探往下一看，只见是小白抱着一个足球，站在阳台下方的院子里，正在朝他笑，喊他下去踢球。张探说：“天黑了，不要踢了，容易摔跤。 小白说：“有灯塞。”张探，你冷不冷啊？冷啥子？你家庭作业做完了吗？今天是第一天开学礼，没有家庭作业，好吧？下来耍不理，不了吧？那你在家里住啥子？没做什么？你是不是压力大啊？压力大？你要抽华子吗？你从哪里学的这些话？嚯嚯嚯！刘刘说的。我不抽烟的。好。 我都不晓得啷个说你。只见小白抱着足球去找别人玩了，很快就有好几个小身影跟住他在院子里奔跑，其中一个好像是小小来住，那是个比较彪悍的小不点。挨打的小杜后续也加入了。张探看了会儿，回到书房。书房里，小白或喜儿他们的小书桌已经全部搬走了，放到姜老师的家里，方便江老师今后监督他们写作业。这是姜老师提议的。 说是以免小朋友们每天晚上打扰张探做事。江老师知道张探喜欢晚上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他刚坐下没一会儿，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一个小身影推开门，站在门边往里探头，霍霍笑道：“老汉，你在住啥子脸？”他脸蛋红扑扑的，刘海贴在额头上，沾了一些汗水。你不踢球了吗？张探问。小白见老汉没有忙于工作，便走了进来。 让小朋友们自己玩去了，我来看看你。他凑到书桌前，伸长脖子往张探的电脑上看去，只见又是密密麻麻的细小的文字，立刻知道他家老汉在写故事。老汉，你每天想故事是不是想的脑瓜子嗡嗡的？张探心说：“你这怕不是在骂我吧？”没有嗡嗡的，挺好的。哦，那你勒个写的是啥子？你给我讲讲噻，你想听？好啊，我给你讲讲。 张探便给小白讲述了他正在写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动画片的故事，而是一部电影，所以他以为小白会听得不耐烦。但是没想到小白听得很仔细、很认真、很投入，而且时不时询问一些跟剧情有关的问题。完了后赞叹老汉的故事讲得真好，可以和程程有的一比了。嗯，这个小朋友可能是忘了，程程常从他这里淘故事的。嚯嚯嚯，写故事是你的强项塞。 踢球也是你的强项，哈哈哈哈！老汉，你把你的强项交给我噻，可以啊！你想学写故事，可以啊！我想学写故事，要写故事，首先就要多看故事，使劲的看，越多越好。哎呀，我也是这样想的脸。脸小白庞佛遇到了知音，眼睛都亮了，旋即说道：“但是我们的家庭作业好多，害得我都没有时间看故事呢。”张探小朋友这话的意思是不是？ 想不做家庭作业，天天看故事。小白见自家老汉无语的样子，哈哈大笑。老汉，我逗你玩的。脸。班主任吴老师今天夸了我塞，说我的寒假作业写的好，全对，没有一个错的。我这人瓜精灵，牛皮，牛皮。张探是听懂了，但是瓜精灵没听懂，也不知道小白从哪里学来的。明明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浦江度过的，但是嘴里的四川话不断更新。 总是能蹦出新词。张探说：“你是班长，学习上你要带头，别的小朋友才会服你，听你的，他们也会好好学习，以你为榜样，共同进步。”小白点点头，嘀咕了一句“共同进步”，然后又说：“喜娃娃和嘟嘟老想拆我们的楼脸，脸啷个办？”老汉他想起了喜儿和嘟嘟的规划设计图，没仔细看，只觉得那俩小朋友说这里要改，那里要改，不是拆楼是什么？ 张探从书桌上的文件中抽出了那张涂鸦设计图，笑道：“是这个吗？他们给我看了，还蛮有意思的，有些设计很有趣。有趣，你要看吗？我看看。”很快，小白总看完了，一脸的严肃认真样。张探笑着问他：“对这份设计图有什么看法？”小白想了想说：“我觉得要得，要不就照他们的想法做结算。”张探心说：“你刚刚不是还在告状，说他们只想拆楼吗？” 怎么转头就要全班照抄？我觉得好呀，设计的好呀，喜娃娃和嘟嘟有两下子塞，哈,哈哈哈。说到二号楼的设计规划图，张探还没确定二号楼怎么来弄，或者要不要重新设计装修，因为黄家村肯定是要拆除的，早晚的问题而已。万一他这边刚装修好，那边就通知一两年内拆迁，那不是做了无用功吗？所以张探还是要先问清楚比较稳。他记得焦大帅的一个叔叔是国企老总。 参与到了黄家村的拆除重建计划中是几个大开发商中的一个，他应该知道一些。但张探没打算问他，他自有别的管道可以打听。小白，小白，门口传来喊声。张探说：“好像是嘟嘟在喊你。”小白便和张探挥手，跑去找嘟嘟了。嘟嘟来告诉他，门口有他的一个包裹，我想帮你拿过来，但是李白白不让我拿，要你去。小白一惊，他怎么也开始有包裹了呢？ 走，so, 两人来到院子里，只见一个包裹放在老李的茶几上。小白一脸稀奇的凑上去，问清了来龙去脉后，兴奋的拆开，竟然是一只招财猫的摆件。同时，包裹里有张小卡片，上面写了字，写的是：“小白，听说小红马漫画搬迁了，特地送来一只招财猫，祝贺乔迁之喜，请帮我们把招财猫送给哲哥，谢谢。”落款是刘长江、梅芳芳、小王。 大赵、小赵等，小白拨弄了一下招财猫的爪爪，爪爪立即摇晃，嘀咕道：“我还以为送给我的呢，原来是送给哲哥的。”哎呀，我去！玄机低头看到一双大眼睛，他对视，是王右玄小朋友，于是伸手摸了摸小王的脑袋瓜子，奇怪他怎么没像招财猫一样摇晃起来。这时一阵喘气声传来，是刘刘火急火燎的跑来了，使劲往前凑，迫切的问道：“是买了什么果？给我康康。” 第二千二百零九章，刘刘妄想前妈，小白假装偶遇。刘刘发现不是什么果子，而是一只招财猫，顿时没了兴致，只觉得是有人骗了他。他本来在听程程讲故事的，就因为无意中听到了小白收到一个什么果，这才火急火燎跑来看个热闹。见不是自己所想的那种果子，刘刘嘀嘀咕咕，要继续回去听程程的故事。忽然眼光一瞥，瞥到了端坐在小凳子上。 好奇的盯住他的王右玄小朋友，顿时笑道：“小王呀，你要去听程程讲故事吗？”王右玄小朋友已经知道小王就是他，但是他不知道这名字代表什么。既然是喊他，那他就硬呗。谢啦，王右玄小朋友听到是去听故事，很乐意去，起身就跟住刘刘往教室里走。刘莲趁机牵着人家的手，哈哈大笑，一边走一边开始给小王朋友洗脑。你知道吗，小王？ 你还没出生，我就认识你妈妈了。你还没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你了。你在你妈妈肚子里这么大，刘刘模拟了一下大肚子，说王幼轩小朋友以前在小柳老师肚子里有这么大。王幼轩小朋友好奇的伸出小手，趁机摸了摸刘刘的肚子，嘻嘻笑道：“鼓鼓的，你怀了宝宝吗？”刘刘，王幼轩小朋友又说：“妈妈的肚肚没你的大。”刘刘彻底无语了，把他小手扒拉掉。 嘀嘀咕咕，估计是在骂娘。但是对面的是一个小朋友，他不好训斥，所以只能自己生自己的气。不过刘刘是不可能被小王的天真打败的。他眼珠子一转，笑容重新爬上了他的脸庞。他开始继续给王右璇小朋友洗脑。你知道吗？你妈妈要生你的时候，是我提着急救箱把你从你妈妈肚肚里抱出来的。你是我接生的鸭，王右璇小朋友不说话。 只是用澄净的大眼睛盯着他，刘刘手舞足蹈，越说越兴奋，还带王佑选小朋友去看他的急救箱，但是他怎么也找不到急救箱被放到哪里去了，于是又带着王佑选小朋友去院子里找喜儿，让喜儿快把急救箱拿来给他。最终，一行人在三楼的家里找到了刘刘的急救箱，刘连现场示范给王佑选小朋友看他当时是怎么接生的，除了王佑选小朋友在看，周围还围了好几个傻乎乎的小孩子。 小白、喜儿、嘟嘟、小米也来看了。张探以为出了什么事，从书房出来一看，只见喜儿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刘刘在他的小肚子上按来按去，嘴里巴拉巴拉说个不停。仔细一听，才听出他竟然是在讲解怎么给妈妈们接生。张探真的开了天眼了，从来没看过这样一幕。榴莲这是要逆天吗？他这也懂，关键是听他讲的头头是道，还真像模像样的。 以至于大家听得很认真，就连一直喜欢给他找茬的小白也没做声了，听得认真。张探猜想是不是朱小静在家里给刘刘这些生理知识。门口传来小柳老师的声音，在问家里有人吗？张探过去一看，房门敞开着，没有关。小柳老师找来了，老板，大家是不是在这里？小柳老师问，他没看到王佑轩小朋友，听说是跟住刘刘他们来了楼上。 不放心就上来找一找，在这里玩呢，你要进来吗？张探让他进来。这时王幼玄小朋友已经听到妈妈的声音，跑了过来。翠生喊了一声妈妈，兴高采烈的对妈妈：“刘刘子子在讲妈妈怎么生的宝宝呢？”小柳老师，哈哈哈,哈，六六六压我刘刘嘚瑟，大摇大摆跟住出来了。小柳老师不得不承认，当时他刚生王幼玄小朋友的时候，刘刘确实是提着急救箱去看望他的。 这时，榴莲厚脸皮的向小柳老师申请，她能不能当小王的干妈？小柳老师还没说话呢，一旁的小白、小米几人已经不高兴了，坚决不同意。这要是同意了，以后王又玄小朋友喊他们姐姐，喊刘刘前妈，他们岂不是成了刘刘的小辈？喜儿倒是偷偷的眼睛一亮，但见刘刘只是提议一下，就被口诛笔伐，于是自己也不敢说出心声，他还是继续偷偷当小小白和小王的妈妈吧。大家下楼去了。 不过小白留了下来，他在收拾客厅。刚刚刘刘示范接生时，地板上摆放了抱枕、热水壶等东西。喜儿也在一旁帮忙。完了，两人也没有立即下楼，而是在阳台上搬出望远镜，开始了日常的窥视西长安街和黄家村。每天看，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今天才刚开始看没多久，喜儿就激动的嚷嚷，说看到了小宋琴，小白凑过去用望远镜打量。 果然看到了许多天没见到的小宋琴，不过这次小宋琴不是在西长安街上，而是在黄家村里的村口巷子里。他手里也没有玫瑰花，今晚没在卖玫瑰。他看起来是刚从黄家村走出来，往小红马这边走，一直走到了小红马大门口，往里探了探脑袋，很快又缩了回去，往回走去了。哎哎哎，你不要走塞！小白一边看住望远镜，一边自言自语，仿佛小宋琴能听到似的。 只见小宋琴重新走到了黄家村的巷子里，停在了一家小店门口，买了点什么，又回过头来往小红马走来了。小白立刻撇下望远镜，往楼下跑去。喜娃娃，快来！洛迪，洛迪！一人一马下了楼，刚跑到院子大门口，刚好小宋琴也出现在了这里。哈哈哈,哈，好巧呀！小宋琴，小白佯装大笑。小宋琴以为真的是好巧，笑得很开心。 说，我刚想来看看你们呢，哇，你们这里好热闹呀！小宋琴往学园里打量，灯火璀璨，小朋友们也没有被老师们赶到教室里，此刻完全处于放养状态。院子里、走廊里、窗户边，到处都是娃娃们，三三两两，嘈杂热闹。你快进来和我们耍耍噻！小白呼喊老李来开门，放小宋琴进来。谢谢爷爷，你吃吗？小宋琴对给他开门的老李十分的礼貌。 还把手里提着的一个小袋子递过去，袋子上有“花饼”三个字。老李婉拒，小宋琴便把鲜花饼递给小白和喜儿，请他们吃。第二千二百一十章无题。上次元宵节在西长安街上遇到小宋琴和他爸妈卖玫瑰花，当时小宋琴的爸妈说，开学后小宋琴就不会再出来卖花了，而是以学习为重。果然，起码今晚小宋琴没有再卖花了。 小宋琴是想来小红马探望小白等人的，走到门口，觉得自己空手去不好，于是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压岁钱，在路边买了两盒鲜花饼。东西不贵重，但是它的全部就显得特别珍贵了。花饼有点甜，喜儿格外爱吃。小白自己也拿了一个，吃了一口，眯住眼睛，笑着说：“好甜。”然后组织分给大家，肯定做不到小红马学员里每个小朋友都能分到。 于是他跑回家，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零食、水果都翻了出来，装在小推车上，混合住鲜花饼，发给每个小朋友。他甚至把自己的早餐奶也全部贡献了出来，只为了配合小宋琴的鲜花饼。对外统一说是小宋琴请大家吃的。小朋友很天真，很可爱，吃了小宋琴的零食，个个跑去专程向他表示感谢，一口一个小姐姐。小宋琴本来想澄清解释的。 但是几次都被小白打断了。又见小朋友们开开心心、可可爱爱，也就不执着于这些了，自己的心情也更好了。小宋琴在小红马受到了热情接待，被带去到处参观，尤其是把二号楼隆重介绍给了他，告诉他这里将来要做成什么样子。为了详细描述未来的模样，小白特地让喜儿和嘟嘟为小宋琴讲解。刘刘更会来事，一声不吭把一栋卡拉 OK 机推了来，递给喜儿麦克风。 然后在嘟嘟诧异的目光中，叮嘱嘟嘟推好移动卡拉 O、OK、K 机。感情人家嘟嘟就是负责推这台机子的，不管拿麦克风的是谁。还好嘟嘟好为人大方，好说话，本身也喜欢推东西搬东西。听两个一年级小学生绘声绘色讲解了二号楼的规划后，小宋琴对此表示了极高的认可和期待。旋即，小红马副班长沈流流表示要唱首歌欢迎一下小宋琴的到来，然后。 副班长被班长捂住了嘴巴子，然后和维护秩序的小米警官联手把他押走了。小宋晴在小红马停留了一个小时左右就走了。小白和喜儿挽留他在这里多玩一会儿，但是小宋晴说他要回家呢，两人这才没有继续挽留，目送他离开了小红马，消失在黄家村的巷子里。包新书啦！小米朝小闺蜜们说，开学后发了新书，小朋友都很珍惜，怕日常使用损伤和弄脏了书皮。 于是往往都要把新书的封面包装起来。每个学期发了新书后，大家都会有这么一程序。小米对包新书最拿手，又快又美观。喜儿做的也很专注，仔仔细细的。嘟嘟的新书封皮虽然没那么精致美观，但是结实耐用。至于成成，全程只看着小闺蜜们做这些，自己一动也不动。成成，你要我帮你包新书吗？问这话的是刘刘。程成看了看他。 婉拒了刘流的好意，一方面是不相信刘莲的手艺，另一方面是他不打算包新书。他每天都前前进进，香喷喷的，他的书本哪怕一学期下来，也同样是前前进进，整整齐齐的，不需要包书皮，他也能保管的很好。小白打量刘流的新书，只见刘流才刚包完语文书，包的那是惨不忍睹。别的小朋友包书皮是越包越精致，他是越包越丑，就这手艺。 还自告奋勇要给程程包呢，小白差点没笑话他，他忍住没笑，不想打击刘刘的自信心。但是刘刘看了一眼他的新书后，反而大肆嘲笑他包的难看，小米的真好看，刘刘说，然后把自己的数学书递过去，请求小米帮他的大忙。小米很好说话，加上自己已经包完了，就爽快地接过了刘刘的书。Hi，阿 h 我的也好啦，喜儿说道，旋即凑过去打量小白的新书。 询问小白，你要我帮你吗？小白，他实在不好意思让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帮他包新书，但是他不能被刘流比下去压。刘莲已经请了小米，于是他便请了喜儿，给喜儿一个表现的机会。张探入股天机时代动画制作公司的专案进展很快，这一天他受邀带队来到这家动画制作公司参加座谈。天机时代位于浦江不远处的苏州，坐落在市区的一座湖边。 环境优美，确实能带给人创作灵感。张探的队伍有八人，包括辛晓光、吴世颖、李晓晓以及原杂志社的两位高阶主管。原杂志社的高层走了大半，但是也留下了几个。张探不是要一锅端，而是要打造自己的班底，不能一口气全换成自己的人，毕竟业务还是需要更熟悉的人来管理。他们在天极时代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上午出发，到了苏州后先是宴请。 中午休息会儿，下午才参观公司。天机时代也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八层楼高，对于动画制作公司来说已经足够了。小红马漫画公司其实没有跟天机时代合作过，但是对方竞标过，像是《白娘子传奇》，但从来没中过标。这次张探打算以中末的女武神为项目，促成双方的首次合作。天机时代自然是乐见其成。这次座谈既谈到了动画项目。 也谈到了公司上市工作以及入股事宜，宾客尽欢，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原本天极时代还想晚上再宴请张探一行，看样子是要不醉不休。但是张探一行人傍晚时分便回了浦江。这次高层会谈定了基调，确定了方向，后续具体工作就是底下的人去做了。虽然过程中还会有许多的是分歧点需要解决，但是双方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那就是尽快签约战略合资合作协议。三天后，李晓晓那边传来好消息，合资内容已经全部敲定，也就是说可以签约合资协议了。双方选了一个好日子，搞了一个仪式，地点是在苏州的天机时代总部。对方还请来了许多媒体，大张旗鼓，隆重热烈。在耀眼的闪光灯中，辛晓光代表小红马漫画公司与天机时代动作制作公司签约了合资合作协议。之后。 立刻召开了媒体见面会，答记者问。在这场公开隆重的签约仪式后，天机时代的上市进程也猛然加快，先前卡住的环节不再是阻碍，公司很快就能敲钟上市。第二千二百一十一章，我要看兔子。浦江电影制片厂，晚上八点，办公室里灯亮住，茶几上的茶壶煮开了，在沸腾。唐昊起身过去，提着走回来，给林弘毅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茶水，沏满茶杯。 水汽蒸腾，看不见的清香也快速弥漫开来，萦绕在鼻尖，林弘毅说：“这是张探送来的太白秀芽，确实很不错，放的越久就越香。”唐昊笑道：“我也很喜欢喝。他好像做什么都能成功，种茶卖茶竟然如火如荼。其实今年过完年后，张探特地送了两斤特制的太白秀芽给他，只是他不知道林弘毅是不是也收到了。万一没收到，岂不是让张探难做？” 也让自己两人尴尬。林弘毅当上浦江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已经快八年了，快要退休了。唐昊是在他手上提拔起来的，原先是中层管理，后来当上了副厂长，再又当上了常务副厂长。大家都知道，如不出意外，他应该就是将来的厂长，接替林弘毅的。所以两人关系很好，走得近。林弘毅对于唐昊而言，亦师亦友。今天有几位老员工退休，唐昊在工厂的食堂宴请他们。 林弘毅刚好有空，认识其中的两位老员工，便欣然来了。晚宴气氛热烈，过后，林弘毅喊唐昊到办公室坐一坐，自然而然聊起了制片厂最近的一些事。其中让他们比较关注的有新闻报道的关于小红马漫画公司入股天机时代动画制作公司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大众眼里没起什么风浪，但是在业界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最近小红马漫画的动作很多。 刚收购了大唐幻夜漫画杂志社，转头就入股了天机时代，往动画制作环节掺了一脚。时代变化真快，林弘毅忽然有些感叹。唐昊没能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便只喝茶，没有说话。林弘毅静静的坐在椅子上，似乎在回想什么，继续开口说道：“人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 但是张探当初刚到浦江电影制片厂时的情景，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唐昊沉默片刻后说：“很难忽视他，我也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林弘毅道：“这么一个人才，怎么就把他逼走了？工厂里风气有些僵化了。”唐昊心中一动，对林厂长今天的心思有些猜测。林弘毅继续说着：“主要还是对当初把张探西逼走的事情念念不忘，感叹制片厂的制度太僵硬，改革太慢。” 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唐昊听到这里，大致上明白了林弘毅的心思了。说起来，天机时代和浦江电影制片厂是竞争关系。张探出身浦江电影制片厂，且之后一直有深度合作。但是这次他们却栽了一个跟头，不仅没有竞争到周末的女武神项目，而且张探直接参股了一家竞争对手公司，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就比如，张探以后还会与浦江电影制片厂合作。 无论是林弘毅还是唐昊，对错失周末的女武神并没有觉得是多大的损失。他们在意的是与张探的关系，在意的是这是不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林弘毅继续说：“常言道，上任三把火。我记得我上任时无声无息，以前怎么做的，之后继续怎么做。好多人背地里说我不作为，如今我只剩下半年时间就要退休，这三把火或许留在退休前烧一下吧，给你们扫平一些阻碍。”唐昊说。 我们的基本盘动画业务在你手里日渐壮大，真人影视业务也从无到有，走上了发展正轨。您劳苦功高。林弘毅笑笑，没有接茬。话已经说到这里，心照不宣而已。林弘毅看来是想在退休前，把停滞不前的股改工作往前推一推，扫平阻碍，让继任者可以放开拳脚去做。这是他能留给唐昊的最后的大礼。开学后，闺蜜团们每晚都固定来小红马写作业。 江老师成了他们的业务老师，每晚盯着他们。有的小朋友不需要盯住，像是小米、喜儿、嘟嘟和程程，就剩下那两个了。小白其实也会主动写作业，只是他会想尽办法拖延。说穿了，最要看紧的是大艳艳，一不留神，这个小朋友就会走歪了路，成为一个学渣。难道说当演员的学历普遍不高吗？这都影响到小演员了。像往常一样。 写完了作业就可以去玩，客厅的电视也可以打开看卡通。喜儿一如既往像风一样写好了，交了作业本，再给姜老师检查过后，确认答题都对，这才放他去玩。喜儿没有跑走，而是在客厅看起了卡通。喜娃娃看卡通的声音好大，小白告状，姜老师便让喜儿把声音调小一些，同时叮嘱小白写作业的时候要专心致志，不要三心二意。小白抓了抓头发。 对，和喜娃娃写作业有些烦恼，主要是那个娃娃写作业也太快了，还疯。他一半没写到，喜娃娃就已经写完了，跟抄作业似的。奶奶，我调小了。小白，我在看《爱冒险的朵拉》。嗨呀嘿，喜儿小广播特别告知：小白嘀嘀咕咕，觉得喜娃娃在挑衅他，但他无能为力。这时候，程程收起了作业本，上前交给姜老师检查。姜老师一边夸程的字写的好看，一边检查对错。 毫不意外，成成的作业全对。去吧，姜老师，放成成离开。谢谢奶奶，成成乖乖的说了声，便到客厅和喜儿坐在一起，也看起了《爱冒险的朵拉》。喜儿立刻有些得意的大声对还在写作业的小白说：“小白，成成也喜欢看《爱冒险的朵拉》。”小白捏紧了手中的笔，只觉得喜娃娃往他心窝子里掏了一下又一下。我也写完了，是嘟嘟站了起来。还有我，是小米。 小白和刘流对视一眼，两人赶紧伏案奋笔疾书，都不想做最后那个垫底的。学霸们都做好了，剩下的多丢脸啊！他们不需要比喜儿、小米快，只要比对方快就行了。终于，在半小时后，榴莲也被放出来了。大燕燕刚刚还垂头丧气，转眼就兴高采烈。尽管是最后一个做完作业的，但是起码做完了，这本身就值得庆贺。结果他出来一看。 客厅里已经没有小朋友在看卡通了，人一个不见了，都跑了。刘刘顿时像是被抛弃了狗子一样，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赶紧出门去找小伙伴们。经过走廊时，听到小白家里传来大家的说话声，探头往里面一看，大家都在这里玩。刘刘脱了鞋子进去，只见到小闺蜜们在阳台上用望远镜看星星、看月亮，喜娃娃在嚷嚷要看嫦娥。刘刘立刻大喊。 我要看兔子。第二千二百一十二章观察西长安街。月亮上面没有兔子啊哈,哈哈哈！你好傻啊！刘刘小白嘲笑刘刘，她已经不是那个会相信月亮上有兔子的小女生了。哟，刘刘坚定地说，她却还是那个会相信月亮上有兔子的小女生。人和人的成长果然不一样，有的人成长的快，有的人成长的慢，他们都有光明的未来，都很可爱。那是个故事，刘刘小白说。 但刘刘坚定，月亮上就是有兔子，只是我们没看到而已。喜儿在一旁连连点头，在这个事情上，他坚决站在刘莲的一边。成成，你说是不是？刘刘问成成，遇事不决问成成，但他肯定是问错了对象。成成一定会说有啊，他是讲故事的大王，故事里的月亮上一定有兔子。六六六呀，哈哈，刘刘大笑，觉得自己很聪明。小白好傻，有嫦娥小姐吗？ 喜儿凑过去问成程,程，成程,程点头说有。嗨呀，哈嘿，喜儿便很开心了。嘟嘟这时候说还有猪八怪呢，猪八怪喜欢嫦娥。成程,程点头说，是这样的。喜儿一听，顿时垮着脸。小米一直在用望远镜看天上的星星，这时撤了回来，赞叹道：天上好多星星呀！但为什么我们这样就看不到呢？一定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到。小白说，那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被污染了。 我们在白家村就能看到好多星星，不信你问喜娃娃，不用问，喜娃娃已经主动抢答了，是有好多星星，漫天都是，真不是开玩笑的呀。嘟嘟问星星是怎么变成的，大家议论纷纷，七嘴八舌，说什么都有，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忽然，小白无意中往楼下看，看到几个小不点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样子，打头的是小小，中间的是小悠悠。 最后吊车尾的，竟然是刚来的王右玄小朋友。小白示意大家不要做声，看看这三个瓜娃去干嘛？挖沙子！三个小不点偷偷摸到了沙坑里，开始了热情似火的劳动。挥锄头的挥锄头，挖铲子的挖铲子，还有一个在往桶子里拼命装沙子。伟大的事业不会消失，只会转移，一代又一代，永不消失。可能挖沙子是人类幼崽自带技能吧？小白倒想看看。 这三瓜娃子想把沙挖到哪里去？刘刘想要去抓人，但是被小米拦住了，并且为了避免他出声惊动了底下的小朋友，他被抓到了客厅去，让他老实看动画片。这时候，王右旋小朋友已经往桶子里装满了沙子，他摁一两下，想要提走，但是发现提不动，于是小手戳了戳身前的小小，喊小小来帮忙一起提，两人一人一边搭把手。 提着这桶沙子往院子的另一边走去，偷偷摸摸的，尤其是提防岗亭里的老李。然后他们摸到了二号楼边上，把这桶沙子倒在了墙角处，接着蹦蹦跳跳返回，继续挖。小白和大家商量商量，决定不管他们，由他们去，谁没年纪少过呢？只是小小三人倒霉，刚装好第二桶沙子，就被出门找人的小袁老师逮捕个正著，把三人小铲子、小锄头、小桶子没收了。 人也被押走了，小小还不甘心，对小袁老师说：“小王是小柳老师的宝宝。”小袁老师明显愣了一下，旋即看向王右旋小朋友，才知道这个小王便是指他。那我把他交给小柳老师。”小袁老师说。三小只走后，院子里终于安静了，只有小铲子、小桶小、小锄头静静的丢在沙坑里。小朋友到客厅去看电视了，小白则依旧在玩望远镜，只是这次他不看星星了。 而是日常观察西长安街和黄家村，这几乎成了他每天的必备活动。小白，快来看《爱冒险的朵拉》呀！客厅里传来喜儿的呼喊，这娃娃估计是故意气小白的，明知道小白不爱看这个，却还是喊他看。小白没说话，懒得搭理喜憨憨。咦，小白忽然发出一声疑惑，怎么了？身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小白从望远镜下离开，看到是小米站在他身边。 我好像看到了小宋琴在卖花脸。小白说完，继续观察西长安街上人来人往，要找到一个小孩子有点困难，加上偶尔还会别一些建筑物遮挡，所以当小白再次找到流动卖花的小宋琴时，已经是几分钟之后的事情了。找到他了，他真的在卖花脸。他不是说开学后就不卖花了吗？小白让给小米也来看看。小米凑在望远镜前，果然看到了正在街上卖花的小宋琴，两人大眼瞪小眼。 小米问：“你是不是想去找他？”小白点点头。还是小米懂他。他上次说开学后不卖花了的，啷哥又卖呢。我们去找他问问，再帮他一起卖。你看他在人群里那么小一只，万一被人骗了欺负浪伴了，那我也和你一起去。小白瞄了瞄客厅看动画片的几个瓜娃子，小声对小米讲：“我们不要让他们晓得了，就我们俩去。带这么多小朋友出门，万一丢了一两个怎么办？得不偿失。” 去了多的，两人假装什么事都没有，从阳台回到了客厅，叮嘱闺蜜们吃好喝好玩好，并且再次从冰箱里拿出了小熊饮料，一人一瓶，然后悄咪咪的和小米出门去了。只有嘟嘟有些奇怪的看了他们几眼，本来想跟过去看看的，但是卡通实在精彩，他想了想，还是坐了回去。小白和小米下了楼，飞奔而出，和老李说明事情的原委，老李不放，差点被小白唠到死。 于是退后一步，说必须得到老师们或者张老汉的同意，他就放人出去。小白想去找他老汉，但是他老汉在家里，如果去找的话，其他瓜娃子就会晓得，所以转而去找小老师们。他和小米商量，最后选择找好说话的小柳老师，而不是小袁老师、小满老师他们。小柳老师听了他的话，有些为难，但还是同意让他们出去，不过他要跟住一起去。 并且只有十五分钟时间，过了时间就要回来。小白爽快的同意了，只是在出门时不由得感叹一句：“我啥子时候才能长大呀？”就因为没长大，所以处处受到限制，出去耍耍都要报告这个报告那个。三人出了门，来到西长安街上，这里晚上依然人流量巨大，时尚男女出没。他们沿住街边的一个方向一路寻找，但是即便走到了头，也没看到小宋琴的身影。 小白还不想回去，想往街的那一边去找，但是答应了小柳老师的时间已经到了，而且是已经超了十几分钟。第二千二百一十三章，谢谢你的关心。小白和小米跟随小柳老师回到了小红马学园，老李一直在关注着他们。他们一回来就从窗户口伸出脑袋问他们有没有找到小宋琴。小白失望的说没有找到。老李安慰，没关系，明天还可以继续找。他把大铁门打开后。 旋即便关上了。小白回头看了看，为自己进出要申请而垂头丧气。小柳老师安慰他和小米，随即去了教室。而小白和小米在教室里转了一圈后，也回到了家里。家里，小闺蜜们还在看动画片呢，其乐融融，笑声不断。小熊喝着，水果吃着，动画片看住，乐不思蜀。刘刘的笑声尤其大，还没进门就听到了。我们回来了。 小白和小米在玄关换鞋子时，便喊道：“声音刚落下，一个小可爱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里，伸长脖子，探头往玄关看来。”小白、小米，你们去哪里了？是喜儿，他好奇的凑过来，盯着小白和小米看，总觉得这俩偷偷跑去前大事了。莫得啥子事？卡通好看不？小白问。喜儿点点头，注意力瞬间被爱冒险的朵拉吸引了。 开始巴拉巴拉给小白和小米讲述刚刚看到的一些剧情，绘声绘色，手舞足蹈。他一直很想给小白安利这部动画片，但小白一直不喜欢，还总是给他安利《百变小樱》。这时候，榴莲热情的招呼小米过去：“小米快来，你的小熊饮料我给你留着呀。没有谁喝你的，谢谢你。”榴莲小米感谢道。他现在像个大女生似的，即便喜欢喝小熊，也不会再像从前表现的明显。 我的脸，小白打量茶几上，发现他的没了。沙发上看卡通的众人，唰的一下，全部看向了刘刘，动作出奇的一致。小白瞬间明白了，大怒：“榴莲，你把我的喝了！”榴莲见他这么凶巴巴的样子，下意识的举起双手，赶紧说：“没有压，没有压，在这里呢，你看。”刘刘从屁股后方摸了一下，摸出了一瓶还没开瓶的小熊饮料，递给小白。小白没有接。 而是惊讶的问他：“你藏哪里了？”坐在他身边的嘟嘟往刘刘身后看了看，若有所思。小白问嘟嘟：“榴莲刚刚把小熊藏哪里了？”嘟嘟说：“屁股下。”刘刘赶紧解释：“我不是，我没有，别乱说，我是藏在身后了，不是屁股下。”小白一阵无语，看住被榴莲藏在屁股下的小熊饮料，想了想，最后没接：“别啦，你喝，我都不晓得啷个说你。” 刘刘一机灵，真的。小白没好气的说：“你藏屁股下了，我落个能喝呢，都是你的屁！”哈哈哈,哈，六六六压我！刘刘得意忘形，你说啥子？小白开始眼神不善，刘刘赶忙解释：“我说刘刘我压，不是爱放屁的人。”刚说完，却见大家齐刷刷的又盯住他看，显然是对他的这句话持严重怀疑态度。哼！小白又溜达到了阳台。 继续用望远镜观察西长安街，想要再次从人群中找出卖花的小宋琴，但是找了好一会儿也没见到小宋琴的身影。夜渐渐深了，屋外气温很低，而且刮起了风，阳台上太冷，小白不得不把望远镜搬回家。此时客厅里小朋友们已经都走了，就连喜娃娃都随着他姐姐回家去了。客厅有些乱，布偶娃娃丢的到处都是，茶几上有许多空的小熊饮料瓶，还有各种果壳。 包装盒，书房的房门虚掩住，小白悄悄凑过去，从门缝中往里看，只见他老汉正在聚精会神的工作。于是他又悄悄的退开，开始收拾客厅，把垃圾全部装进垃圾桶里，把布偶娃娃整齐放好，再把玄关的各种小拖鞋成对摆放好，每双小拖鞋上有标签，上面写了小朋友的名字。榴莲的拖鞋少了一只，只找到了一只右脚的，左脚的不见了。 小白从玄关找到客厅，找到阳台，最后竟然是在厨房里找到的，真是神奇！怎么会跑到厨房里去了？默默的把这些收拾好后，小白悄悄出门了。先是在走廊溜达，看看奶奶睡了没。奶奶的房门紧闭，看起来已经休息了。他没有打扰，而是下楼去，在一楼的教室里转了一圈。这里开着灯，但是没有人了。小朋友们要么已经回家，要么在二楼的寝室休息。 二楼的寝室那里，今天由小柳老师值班。小白，你怎么还没睡？小柳老师看到小白，轻声问。小白往寝室里探头看了看，这是习惯性动作，其实是看不到寝室里究竟有几个小朋友在的，毕竟那里已经熄了灯。小柳老师贴心告诉他，今晚寝室里有十个小朋友在。新的一年来了一批新的小孩子，十点过后还有十个小朋友在，没有被家长接走，比以往要多。 小白体恤小柳老师的辛苦，问他要不要喝小熊饮料。小柳老师笑着感谢了他，也婉拒了小熊饮料。小白左看右看，问他小王脸。小柳老师看了看走廊那头，说他在宿舍里睡觉呢。王右璇小朋友此刻睡在了妈妈的宿舍床上，怀里抱着一只兔子玩偶，呼呼大睡中。小白本来想去看看他的，履行一下作为小主人和小姐姐的职责。 但是听到小王同学已经睡住了，他想了想，便没有去，而是留在这里陪小柳老师聊天。小柳老师要小白不用陪他回家睡吧，但是小白执意要聊一块钱的天，聊完他就走。他关心小柳老师和小宝宝今晚要不要回家，还是睡在小红马。小柳老师告诉他，他和宝宝今晚就睡着学员的宿舍里。至于她老公，她已经叮嘱了不用来接，加班结束后直接回家休息吧。 今晚她老公加班到十点多才下班。若是平常，她会来到小红马接老婆小孩回家，或是先把小宝宝带回家。两人闲聊着，楼下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是有家长来接孩子了。这是一位年轻的妈妈，风尘仆仆，头发被晚风吹得有些凌乱。小柳老师认识她，叮咛她在外面等一等，自己进入寝室把小朋友带出来。外面剩下小白和这位妈妈，一个抬头，一个低头。 对视一眼，小白呲牙朝他笑了笑，说：“你的宝宝真可爱。”这位妈妈笑了笑，说了声谢谢，旋即问他：“你怎么没睡呢？”小白说：“我睡不住。”你爸爸妈妈应该快来接你回家了。小白呲牙笑了笑，没接茬，而是说：“你和你的小孩子回家要注意安全，外面好冷的哦。”“好的，谢谢你的关心。”小柳老师过了好一会儿，才把一个小女孩带了出来。 这个小女孩可怜兮兮的，满脸的困意，正哭住呢。好在是快出了寝室才哭的，不然会把其他睡觉的小朋友吵醒。不哭不哭，妈妈在这里呢。小柳老师温柔的对这个小女孩说。小女孩看到妈妈，果然哭声一停，旋即被妈妈抱在了怀里，一边打嗝一边哭呢。小孩子在睡梦中被叫醒，有起床气，这才哭泣的。小白见状，飞快的跑回家里。 当再次出现时，那位年轻妈妈和小女孩已经走了。她问小柳老师，小柳老师说刚走的。于是小白飞快下楼去。小柳老师在身后问小白：“你去干嘛？”小白头也不回跑了。小柳老师见状，看了看寝室，见里面很安静，小朋友们在安静的睡觉，暂且放心。于是也下了楼去找小白。他在院子里找到了小白，小白正在和刚才的那位妈妈说话。 听不清说的什么，只见小白把手里的一只海豚布偶送给了因为睡梦被打断而哭泣的小女孩，旋即见她挥手目送这对母女离开了学园。老李把铁门开了又关上，刚要叮嘱小白快回家，却见小柳老师也来了，便没说什么，把头从窗户外缩回了岗亭里。小柳老师靠近小白说：“快回去了，外面好冷。”他把刚下楼时随手带来的围巾给小白围上。 顿时，小白彷佛成了一个大头宝宝，圆滚滚的，但是暖洋洋的。一阵晚风吹过，小树林发出刷刷刷的树叶响。晚风虽冷，但是却有一股春的气息，冷冽中带着勃发的生机。好暖呀！回家睡觉。小白跟住小柳老师回到大楼，来到二楼寝室前时，却见张探站在这里啊，老板，小柳老师打招呼。张探问：“璇璇小朋友在宿舍睡觉吗？” 小柳老师说好，张探道，下次可以让他到我家里来，和小白他们一起玩。小柳老师笑道，好。张探朝小白招手，走，回去睡觉。小白把脖子上的围巾解下，交还给小柳老师，跟住老汉回家了。被压到床上躺好后，张探才不再担心这小家伙又跑出去溜达。老汉，在我今晚看到小宋晴了，他又在街上卖花脸。 小白把今天去找小宋琴的事讲给老汉听，并表达出自己的担心。明明已经说了开学后就不卖花了，现在却又开始卖花了，哪还有时间看书写叶塞？小宋琴会不会不读书了？张探安慰他不要多想，昨天他不是来学员看你们了吗？明天或许他还会来学员里玩，到时候你可以问他，很可能今天他只是临时去卖一次花而已。有道理。小白暂时把一颗操碎的心放了回去，先睡吧。第二天。 张探把小白和喜儿送去了学校，透过一些关系了解到了黄家村的拆迁规划事宜，他放下心来，下午便找了一家设计装修公司到现场来调查。这家设计装修公司并不陌生，之前和张探有过业务往来，张探现在住的家就是这家公司帮忙设计装潢的。对方公司这几年越做越大，业务红火，已经基本不接二号楼装修这种小工程了。但是接到张探的电话后，人家毫不犹豫的爽快答应。 并且老板亲自带头，带了最好的设计师过来。张探也不知道人家不接他这种小工程，所以本着找熟人的原则，没多想还是找了他们。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和张探不算是认识，只是几年前装潢家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只是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张探是何许人也，后来他才慢慢了解到，才知道那么一号人物就隐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学员里。其实。 但凡有些眼力见的人，看到坐落在西长安街的小红马学员，都不会轻视。只是绝大部分人都以为小红马学员是租赁的，却不知道这是人家的产业。但设计公司的老板既然知道了张探的身份，自然不会以为这里是人家租赁的。张探告知目的，想要改造二号楼，并拿出了一张充满童趣的所谓的设计图，给他说希望参考一下，看有没有能利用的设计灵感。这位设计公司的老板有些哭笑不得。 但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尽量严肃的表示他们会好好研究的。记得图纸要还给我。”张探说道，并解释说图纸不是我的，我们看完了要还给他们的。”老板说：“您放心，我们会保管好的。”谢了。”张探带着对方到二号楼里面参观。一楼原先是漫画工作室，有宽敞的大厅，还有几个办公室。楼里还能看到“小红马漫画工作室”的字样。二楼比较空荡。 主要就是张探的办公室以及其他几个常年锁起来的房间。至于三楼，那是音乐工作室，有录音室等设计，应该是这栋大楼里改造起来工作量最大的地方。设计公司一行人一边参观，一边心里嘀咕：这栋大楼之前到底是做什么的？一楼是漫画，二楼不知道干嘛的，三楼是搞音乐的。众人猜测，之前不会是把这里租给了漫画公司和音乐公司吧？只有设计公司的老板知道。 一楼应该是大名鼎鼎的小红马漫画，三楼是小红马音乐公司。他手底下跟来的几个员工可能不关心娱乐圈的这些事情，所以对张探也不甚了解。只是在来之前听老板再三叮嘱，这是一位大人物，一定要服务周到。转了一遍后，设计公司的人便开始了工作。他们要对大楼进行测量，收集好数据好，好好确定改造方案。张探和老板闲聊了会儿，便来到了院子里。 和老李坐在太阳底下，一边喝茶一边看住这些人围着大楼忙碌。老李说：“还真有些不习惯。小光他们走了之后，安静了许多。晚上的小红马自然是热闹的，以前白天也热闹，有工作室的年轻人们在。但是现在这些人都搬走了，老李难免觉得有些孤单。张探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好。漫画工作室搬走是大势所趋，黄衣也来了，没别的事。” 就是听说张探请了设计公司来研究二号楼，便过来看看。真的要扩招了吗？黄姨问张探。听张探的意思，二号楼改造后将给小红马学员使用。如果只是现在这批小朋友，一号楼就够了。而要启用二号楼，那应该就是要扩招。果然，张探说是。黄姨其实之前就听张探讲了，只是现在再次确认而已。 那同时也要新招老师们了，黄姨说。张探同意，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先把招聘启事贴出来，多一些提前量。黄姨说，扩招的事情我们都不确定能招到多少小朋友，所以不建议一下子招太多人，一到两个就够了。张探说，那就先招两个吧，不够再招，根据学生数量来。黄姨说好，旋即又问，招聘启事的话。 要发布到招募网站上吗？张探说，我倒是觉得不用，就在小红马大门口张贴就行了。关注我们这里的人自然会看到。招来的人不求学历多好，能力多强，最重要的是有爱心。平时要是关注小红马学员就更好了，这样有归属感。